量，即个佛祖量到底，即摆我过去我在有这个资料，即摆接过来哈，到底即摆咱的佛祖量多少？啊，如果说佛祖量多少有发生台前化哈，啊干固这吼、個。应该咱对于核准量，咱嘛是要做速度的调整啦。啊，对于出水量，嘛长期那种评估啊，来看讲有需要用下济无？啊，有需要讲你有节省用水无？你水来哦，啊，伫入边啊，为着这发电的稀释和开落是降温的是冷却啊，哎，流流掉这嘛是这种爱适当的管理。这恰出的这几门做这大活这样。谢谢杨议员关心那个整个东山河水资源的一个运用哈、哦。我记得当初在核给台化那个他们的东山河那个那一段的一个水权，我记得是每天50,000吨啊，我现在不晓得有没有做调整哈。哦那不过它的水源大概有三个水源的哈，一个是东山河一层桥上面那一个位置，还有整个新城西的它跟水利会买水的那部分，还有它自己本身的一个地下水的部分。那当然我们是鼓励它尽量用地面水了哈，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去做整个水量的一个监控。假设它五老坑那一个水源是比较多的话。那基本上，东山河那边我们是因为现在森林绿洲又开源了，那整个水资源的一个供应的话，我们会维持整个东山河一个基本流量的一个量。那假设我们发现说，今年的下雨比较不那么丰沛的话，地面水整个河川的补助不是那么多的话，我们会请台化做一个调整。以上，这个水主要你们都在建设，在观察嘛，哈。啊，刚才出掉你嘛已经了解，啊，所以像这拢会使调整啦。吴老康他既然讲甲水利会都袂啊吼，袂这注意吼。吴老康新城区这条嘛在了，啊，可这个地下水这部分到底也拢有申请吗？基本上他的地下水都有申请，那我们是希望他要优先使用地面水啦。对啦。对，因为地下水现在有管制区吧？那个地方没有管制区。哦，没有管制区。对、不过我们要求他要优先使用。没有管制区，你能够申请嘛？是爱咱能协助。对，一样，对。有啦，哦，今天讨论你把触及到啊、因为森林公园开园了嘛。哦，你未使讲，伊是一条大旧路线尔，顶楼看安尼台线化安尼一切切地啊，超歹看，吼、哦。你要注意这个调整吼，科长哦，科长这个代志嘛，请你注意一下吼，万讲咧，海干固啊，判卦干咧，啊来提供森林绿洲啊，包装较好势啊，讲较好听，结果一挂水咧，水来流拢足好看咧，水来无水的时候，土泥啊造出来，台线啊造啊，粪扫嘛看出来，啊拢真垃圾啦，哦，这点为着东山，这个河的水质的维护，甲这东山森林公园哦，这个。闭关闭化吼，阿宏认为有一种干净的感觉，且处长甲科长吼，这个特别在这个夏季吼，佮特别对于这水源的掌控、监控，爱做适度的调整吼。好，谢谢哦。再来，我要请教各级科长、各级处长哦，这个台湾哦，它已经8县市哦，土壤异化浅树最红树地带了吼。啊，我是讲这个。八线树咱到底吼，我看一般的百姓吼，拢唔查讲咱列入突然意外浅树地区吼，啊，到底这个阳关分布在哪里？这应该这资讯公开、资讯透明嘛？因为百姓伊有了解这浅树土壤异化，啊，但是爱好了解，伊再也去注意。因为突然异化不是无法度改善的，突然异化，你得看用土质改良，评估这个土质，过来你买晒透过时间的方法，你时间方法，看是用透过干盘，透过
通过一万七，哦，你若不起厝啊，打算弄通过这个，哦，啊，过来，你像讲你时在一万七，你的时间其实时间方法，像咱家议会边啊遐啊，议会边啊迄栋，都迄个贯穿中间迄栋。人家免做联系币，等于嘛在做联系币啊。人要拍品牌，啊，佮宜安关的地震区啊，啊，人做加以防范啊。啊，所以讲，你只要就是时间的保固加强，这拢会改善意外地区啊。意外地区也毋是讲即摆有尔，即有地球台湾都铺出来都意外地区啊咧。哦，啊，尤其即摆是讲个地动吼。在全世界，这地层变化太严重。较早无地动啊，温像纽西兰、哦、澳洲这嘛拢地动啊。啊，即摆这灾害全世界吼，即摆这走来走去，你嘛无法度去控制。但是咱未雨绸缪，咱只要有这个疫情关系，只要这个叫我头先讲，时间的方法，土质的改良方法，哦，这拢会使改善的。过一点吼。你有人是要讲台南大地震的啊？迄虽然地震，伊讲迄时间啊，迄木啊、铁啊、白料，迄拢是技术白料时间无适当。像这种糖气吼，叫百姓特别注意。买西工咱的心扎这里吼，更脚输脚的是啊，特别注意伊这里全数地带。诶，时间诶，方法，这拢会使，这咱现在是拢爱特别注意啊。啊，是咱就定一个组织条例，对宜安关土壤异化浅出区，无安奈来管制。这管制就是加辅助、加强俩嘛。啊，所以讲像这吼、哦，主要咱浅出区、浅出土壤异化不可怕嘛，属人为爱去改善嘛。这第一点。第二，咱台湾县这玉林老化，这个房屋超过600多间，咱即摆经过即摆异化了，有敢有去甲调查这个？咱到底咱的耐震，还是921以来这個、老旧房子到底有偌济？啊，咱要如何处理？要如何改善？到底是讲爱个强化？啊，也是爱撤除，吼、哦，这拢是咱建设处爱做的代志，哦，这过来就是讲讲，咱即马中央拢有补助这个、土壤意外评估啊，啊加这个老旧房子这个协助补助啊，你调查出来诶补助，变成若要批讲要撤除，也是讲要保护啊，吼、哦，也是评估这费用。咱到底中央拨偌济予咱？啊，咱管的经费到底有筹备偌济来配合？伊上车请处长做一个答复。谢谢杨议员的这个指导哈。诚如杨议员这边提到哈，其实土壤异化哈，其实第一以前哈，其实在宜兰就是一个土壤异化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冲击站的部分哈。那依据调查哈，咱土壤异化。主要会发生的地点哈，其实是在这个铁路的啊东侧的部分，那个区域是主要的哈。不过啊，各位议员不用啊太担心，是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在啊依照建筑技术规则哈，在921大地震一样哈，其实针对于这个地震所会造成的这个土壤异化的问题哈，其实它已经有要求要做一些啊在啊施工上，在啊其他的部分，包括土地的这个。啊，钻探的部分哈、哦，都有相对应的这个规范哈、哦。那所以在啊89年以后盖的一个建筑物，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在宜兰一般都是3层楼左右的这个啊透天住宅哈、哦。那这个部分在评估上哈、哦，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只要它啊在基础上哈、哦、是用这个有筏基的基础或者是一些基础的改良，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评估里面，这个部分应该是尤其在3层楼以下，还有89年以后盖的房子，基本上在相关的建筑法规
等等，其实都有相关的这个因应。那针对于八十九年以前的这个建筑物的部分呢，我们分两个哈，一个是有关于这个集合式住宅哈，就是可能四层楼或五层楼的建筑。那经过我们的调查呢，总共大概有300多栋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在89年以前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主动都有通知相关的这个土地所有权人或管理委员会。那土壤异化公告之后呢，我们针对于是属于在这个区域里面的部分，我们都主动通知，请他们来啊这个进行这个部分的评估。那中央的部分现在啊已经有下来相关的经费哈，那初期的部分有关于补助经费做啊初步的评估的部分哈，大概啊中央现在核定下来的这个啊费用大概是5000万左右的费用。那在这个费用里面呢，基本上是全额补助哈，全额补助这个啊社区跟这个民众可以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啊详实的一个评估。那也诚如啊杨议员所提到哈，其实土壤异化的这个区域啊，在啊就我们的调查，在宜兰县部分哈，80几年以后盖的房子哈，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自己盖的哈，所以基本上都已经是有这个相关的啊，基础的改善跟独立的基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整体的执行。那针对于老旧啊区域的这个建筑的部分哈，那依据我们的调查，大概在宜兰、罗东跟苏澳地区是比较多。那尤其在苏澳，因为1021之后有很多自灾的问题，加上有一些啊比较老旧的建筑物，所以我们接下来会针对于比较大面积需要做这个整体房屋改善的部分，我们会来推动防灾型的一个都更，用都更的方式，然后来解决啊民众在啊这个建筑物里面的啊一啊可能这个需要改善的部分哈。那我们首先可能会针对于啊自灾地区可能会比较严重的这个区域，先来划定这样子的部分，然后我们来做啊整体的一个评估跟考量。现在请教，我们现在都更案件到底审理几件？第二，法律不行。好，感谢杨振成议员啊，请坐。我去啦，苏弟啊，你再甲咱教授再个甲答复者，好，麻烦你。报告登记发言的次序：24号、26号、22号、4号、11号、6号、1号、20号、14号、3号、5号、21号、31号、30号、16号、32号、28号、17号、19号、15号、9号、8号、7号、29号、10号、13号、25号、18号、23号、12号以上。我剩两个无登记呢。好，请陈福山议员。啊，主席、副议长哈、哦，秘书长，两位处长，以及的两科的，各科室的那科长哈、哦，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哈、哦，大家早。我也想请教这个公务处处长哈、哦，处长，目前这个离这个已经5月份了嘛哈、哦，差不多啊，第7、8月时阵就会台风警报了。啊，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是每一年的烈性性的啦，都拢有这个问题，就是淹水的这个问题，吼、哦。我请教你，你即马目前为止咧，吼、哦，伫阮总会内底，你新南抽水站甲新林抽水站，一个新做一个旧，啊，你有啥物措施啊？无？有没有？有啥物措施无？应该是没有啦，哦。啊、我即马讲你听有意思无？我即马讲你听有意思无？啊，你莫甲。因这是听有意思啊，听有无意思，我怎么你讲啥你知无？好，请讲。当然议员关心的是新南跟新兴嘛哈，那新南已经盖好了、哎，那新兴现在正在发包要动工了。你请坐，我今麦跟你讲，不是讲盖好，甲动工，迄伊拢知，迄大家拢知。我是讲新南抽水站，咱当时的，你三年前的时阵，点讲环保局的时候，我嘛有敢来跟你讲这个问题，就包括恁，哈，包括农业处。包括环保局，包括第一河川局，大家拢在研商这个问题，因为水抽无，也是讲早面的问题啊啥，你公务处你得要处理这个水，那个公务处的水利科嘛，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啊环保局要处理调查的问题，啊河川局到底伊要处理啥问题？我即马想请教你，就是讲咱做好这个新南抽水站，到目前为止，你三年前发生迄个抽无水，水排未出来。这个问题你有解决无？
包括边啊迄个庙大牌迄个古董门，这有解决无？你讲起来。真耽误。谢谢议员的关心哈。新南抽水站我们目前已经接管了哈，所以之前的一些站体哈，站体里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把它改善了。那美湖闸门呢，我们已经都更新了。那唯一地方比较担心说，我们换新以后虽然有把整个闸门的高度提高了10公分，不过它闸门体跟因为它我们结构底面没有去改变了哈，所以闸门跟结构底之间还有一个10公分的缝。那我们会在六月底之前把它补满，那这样子就不会造成溢流进来的一个风险的伤害。所以讲，我现在个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讲，你包括所接管的哈，因为平时啦，平常你包括伊这个庙大牌上下游拢好啦，平常啦，大家认为讲啊，这都会伤悬，还是伤低，伤悬。但是做方太是必先都换一个方向，你讲都拢讲无共，八成嘛讲无共啊。做方太是阴甲要死，就讲哦，这都爱安那，但是无方太行，这都爱安那安那安那。好，因将个你这大家拢拄着嘛。我是要甲你建议讲，除了新的在做迄个以外，新南抽水站内，你应该是爱去过去处理，就讲迄个到底迄个排水坑。家你即马庙大牌做起来，即个东门，即个功能啥款？因为以前是抽，但是倒灌即个起来即上游嘛。啊，即马有去补，啊补我嘛知你啊补袂好啦。迄个涨潮时阵，就是啊，卖讲做红胎啦，就安尼迄落啊，就迄个树梁迄度无多去甲解放嘛。啊，所以即个问题应该是要去解决啦。好，你即马讲六月底会好啊未？会好啊未？啊，报告员那个。就是止水的那个都已经改善完了，现在只剩下对。我才改善完了，你那个地好。嘿，那个会好，哎，六月底就会完成。拜托你啊，这搞包装修吹起，安那讲啥？你现在马上都黄信奇告伊啊啦！哦，这点注意，这两位的这个抽水站，你也去注意。啊，新的抽水站哈，我是讲希望讲赶紧。虽然你动工啊，但是进度看会上超前。伊虽然讲啊，咱即马做咧个，较好啊要两年啦。哦，含不你挂机房落去挂啥，顶做要两年啦。啊，即马着搁因一摆，阮着搁互交一摆。哦，啊你希望讲，你今年做滴后年呢，风台进前看会当咧运作起个问题吼。这一项，第二项，我袂建议因当时滴楼是有楼一空嘛，两空已经有发包嘛吼，两空。一坑到三坑啊，两坑的机器是拢有，也没有问题嘛，那已经做了嘛。另外，搁一坑，我是给你建议啊，你是不是定每年的医生嘞？每年的医生来对嘞，哈，搁加落去，你一个机器差不多是大概1000左右吧，哦，1000左右嘛，哈。哎，如果发现就讲，你是不是个情况讲，机器的部分卖三行机器拢同款的，会畸形嘛？啊！我先嘛讲你再说，第一要求迄硬的嘛吼，都先讲迄，你个到时来看，是到底倒个台较好，看会当时安尼。当然，迄个医生甲这个无关的。啊，我是希望讲你伫零六年，你伫零六年的时候，零六年的后半段变100、107年的预算的时阵，看会当个下落。啊，你这点拜托你。哦，你有问题甲我讲，你甲我讲者，还是？甲黄建荣两个讲者，哦，这坑起来底没有预算，啊，我希望讲，你一届三台戏才会好事啊，安尼好不好？好，我到你讲者，我到。我跟议员报告了哈，就是当然他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个预留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它其实它是整体都设计好了，所以它没办法把这个竖轴换成螺旋的那个样子，因为它整个站体跟配置是不一样的。那不过。就是明年汛期前是不是可以把这一个也把它装上去了？那其实河川局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它都有配合了，哦，它都有配合，那应该是不用动到我们的预算，它就会。我这边意思是讲，你的107年的这个，它可以把那个预留的，对，编列内部编列107年，是不是跟河川局讲一下？啊，你问题你要跟人讲，是不是透过立法院的中央？对，假设没办法，我会麻烦你。啊，是讲咱家，我变讲哎。
爱到出两三百万啦，迄马紧，咱嘛看安怎创。我是讲一摆要动动的时阵，这三台拢要行啦，安尼是一当只抽水啦。无你两台拢讲真遐尼大吼，伊即马你旧港之味遐尼大，你嘛无可能，无可能阁做个安尼啦，好不？好，这个就是这个没问题，努力啦，往这个方向努力啦，我是在鼓励啦，哈，嘛是给你拜托啦，好。一过来就是讲，这个大家拢在查这个污水处理厂，五街道在查这个焚化炉哈，甲乡苏澳镇啊、芦东，大家拢在回馈金这个问题哈。你目前这个作为污水处理厂这个量是偌大？你讲起来。好，真大。今嘛一天差不多25,000几栋。25,000几栋哈。25,000几栋，啊，做起来，啊，量无真大，我大，量无真大啦，吼，量无真大，我是给你建议啦，你今年都已经决定了，104年的预算都已经编列到106年的这个回馈金的问题，吼，我希望，安那讲你知，平时水里头都是污水的处理。这没问题啦，这大家拢接受了，到时候做掉啊。但是咧，有波涛，有迄个强降雨，也是风台，吼、哦，宜兰区，因车即嘛唔是拢牵个旅游去做些管理，啊，拢全部，不管你雨水也好，雾水也好，雨水也好，内面的水也好，全部因为宜兰区也欠水啊，伊都去淹去，淹有这上紧啊，直直去啊，拢去直去，是话这是怎？所以我就希望讲。我甲范总啊两个啦，要求恁是毋是也在重提第106年？你今年下半年就要编列106年的预算嘛？这回馈金的部分，吼、哦，你总要给过。哦，你啊，我两个一个交代。哦，我甲你建议啊，吼、哦，这个部分你看你主管汇报也好，看不管啊，你甲管长安那讲也好，当然我两个又该甲伊讲啦。这点我希望你106年的这个预算内底也当补出来，安来无？啊，我跟那个陈议员报告了哈，就是这个议题，那从之前的会期一直在讨论，那因为它是自治条例嘛哈，然后我们在上次的新闻会也通过了，就是它有集聚了，就3万吨，它就是以上的才会调到另外一个阶段200万。那我们也考虑到目前只处理到25,000多吨，还不到3万。那也因为接管的速度跟大家在使用水的习惯上面，跟我们人口成长有关系，所以这个量并没有可能在几年内也没办法达到3万吨。所以我们把这个集聚调低以后，壮委的回馈金会从100万提升到150万。那我来不管了，你车钱我现在跟你讲了哈。你安那不管啦，吼、哦！你用你，这当然是要自主条例，这无唔对啊。但你提起来，应该我来去说吼，哦，这嘛唔是讲阮两个当决定，是阮两个拜托阮这当人，讲这到底是安那讲互听，哟！啊，你既然是所有的这接落拢就摆落去啊，你摆落，你若以水下水，大哥没话讲，你滴庙倒摆落就大哥没话讲。你讲看个尿亏，尿亏拢滴个咧污水下水倒落去啊，啊，所以这一切数据不。不是安尼尔啦，不止这样啦。哦，你起码已经到一直普及来嘛。你到明年，我一个你要求是106年的预算啊，不是今年的预算啊。今年预算都也无多啊，106年预算已经在执行了嘛，对不对？我是希望讲你第106年的下半年的内部，也许你个无论你10月前，你迄个总量吼，你106年的总量，甲1月份甲10月份的总量看下子，看每个月总量，你和我甲黄建良，好不好？哦，这有问题无？应该无问题吧？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包括伊的底渣的量，我们知影讲伊到底安尼平衡起来，伊到底是处理偌济量，安尼无？好，这个拜托你哦。过来就是讲，你这个你明天要做那个诶处理嘛？你明仔载有一个说明会是迄是咩状态？是草头迄个甲问题甲大区相平这个，因为我们最近开工了，所以我们要去办一个说明会。我跟你讲，开工你光兴开工，你勉勉强强的说明会了。你我今麦都在给你建议了，吼、哦，我甲洪教授两个拢会给你建议这项，因为迄个所在，吼、哦，有我某议员嘛在遮，迄个所在你问题是朝夕相去并嘛低，你知？迄拢干瘪啦，
啊，长期伫迄个有十三道大排，甲即当阵已经几十年啊，你知？迄差不多五十年有哦。哦，早期当地创化的当阵，佮做一条迄当阵，佮当四五十年应该有啦，啊嘛氧化去啊。你伫温带这边，你嘛爱做起蒸落去，较深一丝。你袂使伫上游，即马讲伫做遮有哦。你海天倒落来这边去做遮，迄个输光方法不能这样，因迄个较深啊，拄弯角，你知？迄个人口佫济，厝佫济，吼、哦！你车外头这边，你脱离公庙落去，这个咱爱人顾。大区这边，它百几户伫哩，它百外户伫哩，吼、哦！尤其是佮伊个边坡边啊，迄个江边，迄个有两三户拢哇哇伫哩。我是希望这个工程师们一旦伫基层内底，会地基下较深的，下较硬者，好无？你讲看，你讲伊这到底哪种？参观三个拢在家里讲完听。工法的问题，我们当然会。啊，民警讲工法的问题，我们当然会考虑到除了户外以外，跟旁边住户之间的关系了哈。这个一定没有问题。假设地质条件需要比较深的基桩，我们都可以去做处理。那明天的施工说明会当然不会影响到开工的进度，因为我已经开工了哈。那只是说我们习惯上，我们开工都要跟当地的民众去说明说我们的工法是怎样，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因为刚才陈如议员讲的，旁边住了很多住户，那住户也很紧邻我们的护岸，所以施工的时候难免会影响到他们。那有些是占用到我们水利用地的，我们也希望说能一并去排除。没啦，可是我即摆唔是要跟你讲，你时间。有睡眠甲无睡眠，迄种一回事，你知？你睡眠嘛是迄套啦。啊，时间就时间啊，百姓要甲你讲个啥？我即摆的要求就是讲，我有即摆四个议员拢在场，有兴趣的，大家有林成功、有方茂、有我、甲黄建良拢伫啊。而且牵涉到两乡镇两边的这个百姓，会再做好这个安全问题。我是讲希望，恁有当时啊教授伫算，也是讲恁的专家伫算的时阵呐，伊拢是一般的这个算法在算呐。好，当然，我未当讲，我唔是专家，唔当甲你讲。但是我要要求的，到时我要甲你要求是讲，这个所在真重要。安那讲，伊个斜角、个弯角，你这個地基若无，你知影？无做较深一处啊，无做较高一处的时阵，两边的树哦，遐尼子吼，斗斗起一两百户的，因为我大埔这边人敢那较济哦，啊，伊边两边拢歪歪的，哦，所以讲，我是唔是希望讲，你伫这个地基的部分，佮加强，我到你佮解释一下。我们请那个顾问公司再去做检算了哈，只要需要的话，我们当然就会加强。不需要，不需要，你都未使个，未使个下卡还站。我知道了，因为下卡站这人较少。就住户紧邻住户的旁边，我们当然会去加强。啊，上游这个，伫桥头桥电管这个，甲海天这个，讲实在，两边的住户嘛较无遐济啊。迄个你安那做，我都没有意见。但是这个部分，我意思是讲，迄个个弯角。弯角的所在最大的是水流一定较重嘛，吼、哦！这两边是不是这个施工方法，这个可能要加钱啦，讲白是要加钱加一数啦。啊，这个我是希望讲你会当地基搁深一数，卖起码照起码安尼会当我懂。对了，就要加多深，我们还是要算了哈，因为没办法说啊，我说加两米或三米，这个就是我一定会考虑到旁边紧邻的住户跟我们户岸之间关系那。我当然是以安全为重啊，我不可能说做了以后有裂缝会龟裂，当然就对这个我们会去加强。啊，这外外久算得出来？这个一个礼拜我们就会去处理了。安尼我来讲吼，咱二十六总主席嘛，吼、哦，你是不是会伫总主席进前提阮四位？好，可以，我们、哦、我们希望啊，希望你卖个讲啊，这都顺起都好，都安尼，你听意思哦？嗯，我希望讲我签一书，我交书啊，迄个保安最起码。你地基起来，甲迄个顶管、迄个护岸的一半，迄个有无？迄个一定要安尼做啦，无这吼会冲起啊，好不？我们会把安全系数再提高。系啊，你看那里和胡某某议员、有林成功议员、黄建宏议员搞好哇，安尼无？哦，哎，记得嘞。好。这哎，其实莫做算个，这你要动工啊，你莫做算啊，好不？好。好，谢谢哈。啊，咱们来问建设局长吼，建设处长吼。现在，咱的农收已经是，好、哦、风风雨雨啦。好、哦、啊，包括即嘛位置应该请的嘛少啊啦，现在又要一个农业证明嘛，要请嘛少啊。至于是我给你建议，那讲实在啦吼，生米哦，生米组成熟饭的啦，违章的都是违章的啦。啊，你即嘛嘛恁嘛，包括水电厝安尼在讲扣吼，哦，大件的。那二张来讲啊，百万剩三十万啦，啊，增卡人无去讲，拢一输啊，罚十万啦。
这个问题会伫你89年的农化条例以后，大家拢平等嘛？您即马规定是安尼，当然规定甲你也无关系啦。你即边不过像这个情形伫处理的时阵，你才即当准备来去处理。你看我等来个拆开墙啊，往看啊，你鸡啊，起码讲鸡啊母的啦。你税金嘛，扣下扣下重啦，吼、哦！过来，这个地价税甲照讲地价税，我这么讲税甲你无关系，不过我讲你听啦，因甲你听也都有关系啦。你地价税共扣下济，而且呢，房屋税是房屋税照讲，这个大法官解释，恁这是拢爱退钱退行人嘞。恁税金厝拢违法，恁管建工拢违法嘞。房屋外多就是房屋，哪有讲房屋含你土地，甲扣了你房屋这个倍数的税？全世界嘛无人安尼啦，中华民国法令嘛无人规定安尼啦。所以话今天我是讲互你知影，甲这有关系。所以你要用听，即卖你去听一间好，我即卖最近你要用听来讲。但是我一年前、两年前迄，还是三年前的是，只要你89年以后的，我能够去检举，你嘛是可以来听。所以这个是不是吼，应该是？做一个，你甲馆长建议，因为即个跨级数个了吼，就是恁农业建设地政吼税金，即种恁来讲，应该是做一个座谈会吼，卖讲公听会，最起码你请阮局长主持还是副局长主持来含这议员来讲这个问题，吼到底做一个解决，卖恁想啥？我今嘛甲你讲，你若讲上法院个，后罚钱个，后税金扣单个，发两三项、三四项，百姓哪会动？啊，上可怜就是真卡人啦！你今日扣到遐去水的、去白庄的外人来，迄个没有，还有因阿讲，因有钱啊。阮遐毋是咧，囤一个要种一个种个菜，自个平厝啊起一间，同款违规填土，同款面积两块地，但伊起一厝呢，同款两块那个怎啊扣？啊，同款爱听，啊，这个物啊都大家拢产生问题出来。何谓公平正义在哪里？我是讲，恁想到啥做到啥啦。恁无一套真完整的这个方法去处理啦。我是希望处到你跨级处，吼、哦，有机会我再给你建议。你主管又无直接来讲，讲我本身有这个建议，啊，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安尼才会当处理个解决。因为当后边要起厝人已经无多嘛，你要找一个农业证明都已经足困难的啦。啊，当农农地交易偌济，无千分之一啦，一半比咱尔啦，呾拢点点啊，死死啊！啊，你好主啊，紧，我嘛甲你赞同。不过，你这边要执行的是爱相当爱考虑，好，好考虑看的啦。你讲就讲，讲。好，简单的答复。谢议员指导，那个有关于这个拆除的部分，我想我们会依照这个顺序的部分，刚才讲了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其他单位来做一个联系的处理，然后看最后的一个处理方法，再跟议员做报告。对，是。好，处长啊，这个议员大家拢共同的心声，都陈老三议员拢在讲啊，爱全体性、全面性的，爱来考量。唔是一条，你咧欢喜咧拆规间，还拆间啊！啊，虽然就欢喜啊，无法去法令依据，你要加三倍、四倍，你要不要加50倍？我白来。好，继续，我们邀请黄建荣演。主席，两位处长哦，各位科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大家早安，大家好哈、哦。那个建设处长，处长，我先搞你哈、哦，我们交流到啊。交流道的车祸啊，在我们宜兰地区啊，发生这半年啊，有偌济件发生车祸，你知无？哎，你唔知吼、哦？那个我看交流道的车祸哦，发生算说在台湾省啊，全部应该算蛮频繁的哈、哦。清彩火车弄到对外弄到车了哈、哦。我见情哈、哦，我们。宜安县这一段的铁路必须赶快高架了，要赶快高架了，不高架哦，因为对整个铁路的行车速度跟我们人民闯越平交道发生车祸的频率太高了，哦，这个你要做记录了，向交通部反映一下哈。还有一个，
我们这个高速公路 AB 联络道啊，两条 AB 联络道啊，应该要赶快接到台澳线。我看咱宜兰县哦，真济建设啦，他好像都重视在啊人口多的地方啊。我认为哦 ，AB 联络道哦，这两条 AB 联络道应该赶快接到台澳线。好、哦，我那个副议长朱晓，哎 ，AB 联络道要赶快跟交通部争取接到台澳线，哎，列入记录了。这条好，列入记录了。哦，啊，你看 AB 联络道接到台澳线有什么困难了？哎，朱长，你看。谢谢黄议员的指导哈。有关于那个平交道的这个车祸的问题哈，那其实县内现在还有大概23个这个平交道哈，那我们在争取全面的铁路高架化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铁路高架部分，我们在去年底的12月就已经送到这个中央部分哈，我们会全力来争取，然后尽速来办理哈。这个啊，也希望这个议会跟我们这边就一起来跟中央来做争取这样子。那有关于宜兰 A 跟宜兰 B 联络道的部分哦，那宜兰 A 联络道的部分现在是开辟到这个1911左右哈、哦，那后续的部分其实是大幅度的这个拓宽，因为本来的评估宜兰 A 联络道到了1911部分之后，后续大幅度的拓宽的部分就回归到比较乡道部分，大概是15米的这个宽度哈、哦。那宜兰 A 另外一边就是要往宜兰的方向的部分，因为有铁路高架的这个议题啊、哦，因为如果现在在做的话，会碰到这个高架跟地就是那个要跨越的这个问题，所以宜兰 A 联络道要联络到这个中山路的部分，基本上会配合这个铁路高架的部分一并来施设哈、哦。那宜兰 B 联络道的部分现在已经有通到这个壮尾地区，只是最后还没有通到这个滨海公路。不过以现在来讲，其实那个路线的部分哈、哦、是已经可以到达整个区域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直接联络到这个台二线的部分呢？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本来的我们会来再来做评估，因为后续的部分，因为现在已经到台七线哈，所以基本上已经跟台二线相当的一个接近。那宜兰 B 联络道往圆山延伸的部分呢，这个我们也一直在跟中央来争取这个部分的一个辟设。以上做说明。好，那个请坐下哈。那个公务处长，处长，我对你好像最陌生啦，因为可能你较无闲的款哈。我即马。所以来讲，咱这个13号大牌啦，13号大牌，我请教处长吼，13号大牌，咱整段在施工吼，它是间接性的施工。啊，我问你吼，咱设计单位有工人无？13号的设计单位有工人无？它并不是同一个设计公司设计的，不过它都会依照整个规划三位的一个计划来做设计。你讲安尼，我刚才问你讲有工人无？我感觉吼，我的感觉啦，当然工程我嘛淡薄仔捌啦，吼。我认为13号大牌哦，恁亲像你好像是什么人工跳烂薄，你知道吗？吼，加跳加跳加跳，好像施工啊是间接性的施工也没有关系，你是用跳跃式的施工，就站做做嘛，跳站嘛，跳站嘛，安尼做。所以我感觉，而且设计单位又无同个设计单位啦，所以做起来吼奇奇怪怪。我顶一届的这个会刊啦、啊，我是一直认为啦吼，以迄个河床然后13号河床的高度啊，应该再降低，因为你即马抽水站设置啊吼，13号大排哦、喔，唔免做一个过路的水沟啦，你即马最糟个上大武抽水站哦、喔、都抽掉的，所以唔免做工哦、喔、做过路的水沟，所以你迄个。迄、那个13号大排规个河堤啊，不需值那么高啦，都免做遐个管河和过水嘛。本地是小弟打溪落嘛吼，小弟得安去嘛。啊，你小弟得安去来讲，先是水爱底下过，所以两边啊爱做管起来，惊水去去放喺边去啊。即马唔免啦嘛，即马你上大块了就抽掉了嘛。所以你整个吼河堤应该要降低，会使降低落去差不多。加田加一树啊，就好啊！你加遐悬，造成哦，遐老百姓出入会艰苦。你看我这个看法是毋是足横的看法？
谢谢黄议员的那个指教哈，黄议员的见解是正确的哈。那所以我们这次在十三股侧路桥楼倒下了哈，我们的提案并没有做的像之前那么高，我们是比原来的那个地面还高一点点哈，就是跟原来那个现在看到的土地是一样高的哈。那也因为它比较上游的一个部分有上大幅已经抽出去了，所以它并没有那么大量往下。哦，那所以至于渠底要不要再降，因为它是它是一个南北向的。哦，南北向它其实受到地形本来就很平缓，它假设能降的话，有那个空间，我们大家都会降了。哦，那基本上提案不会像之前做的那么高。哦，现在在做的这一段以上。哎，哇，你要这个要列入你们公务处的一个记录哈，你卖后卖今嘛不过做，又过那个做观光，要桥来做像天桥安呢？我认为这样应用那个地方的老百姓的出入非常的大哈。要过来，咱宜安关我做几个自洪池，抽水站前面的自洪池。先打呼。基本上抽水站前面都一个小型的一个浅池的一个自洪池了，不过这个自洪空间都不大了哈，因为其实相对的因为用地非常的贵，所以水利署在核定的时候它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蓄水空间而已，都称自洪池了，不过我是认为还不足够了，还不足够。哎，要不搞啊，我总为今嘛走新兴抽水站没有自洪池嘛。基本上它会利用到我们的水质中心的一部分的空间了哈，所以变成说基本上我们都希望在工地方面尽量去扩大。我跟你讲哈，你的自洪池好像益田抽水站、益鼎抽水站，我这两个抽水站哈，这两个抽水站让我做自洪池啊。我刚才说过，就是说都有自洪池，可是这个空间都不大。你星星都不做啊。所以它还是有哦，只是那个空间不是那么大。你哦，别讲先进制抽了再有自洪池，你啊，你有清楚啊不？是哦。它就是一个浅池的概念了，不是有那么大的。什么概念？你要不然对，抽象的概念。你讲安尼，本来哪会好事啦？你们讲实际那么概念，你根本就没有设自洪池，你哪有自洪池？我知今嘛新南抽了再有啦。哦，啊，新兴哪有呢？那什么时候要加呢？什么时候会加自洪池？他依照他的上位的规划，就是他有一个大概是3万吨的一个蓄水空间。这个蓄水空间就是他目前在设的那个面积大小。那至于要不要再加大，我想这个会牵涉到整个那边用地的一个问题的哈。所以他基本上他并没有把面积加大一个课题。其实现在那个地方的土地要征收啊，就简单的啦。起码是农田，人不干不人爱啊！只要你若不征收吼，我看足紧就会当征收到的土地了吼。我拜托迄个用拜托的比较好听了吼。迄个处长，你新兴抽水站啦，新南抽水站嘛吼，绝对要去设自洪池啦。吼，莫用偌大啦，你起码哪有自洪池啦？你安家己安尼，你安尼胡白讲，现在那个算自洪池啊？不是吧？迄只是敢若底下过做水渣、杂垃圾啊的所在俩，那种自洪池，肯定迄个算自洪池啊？黄总，新南抽水站有没有自洪池？好，请到。啊，感谢黄议员对于那个抽水站的关心哈。目前在营运中，大概新南那部分它算是一个浅池。浅池是什么意思啊？浅池它就是在引水渠道之后要接到我们抽水站当中，它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让它能够达到抽水站它要抽的那个容量。伊迄个抽大缸啦，啊，一届不是啦，进阶。宜永东那个地方，永东跟我所谓的自洪池啊，那时候跟我自洪池，永东不是这个功能吧？自洪池应该说你水先给它。蓄在这个水池内底，然后满的当中，它抽啊解嘛。啊，咱迄个水底下是干哪垃圾啊底下个茎，个勾起来俩，是从迄个那个地方，因为你新南抽水站，伊迄个水路拢直接掉下来俩嘛。
只是迄间有较宽，通啊高垃圾啊用掠啦，迄什么什么治水治洪池，唔对啦，绝对唔是安尼啦，良心才好啦，恁妈恁硬要拗啦，恁专业的你拗阮这非专业的，你们不能这样讲啦。啊，大坤嘛好像没有上大湖车的站也没有治洪池啊，对不对？嘛无啦，还敢那引水道了，那有治洪池，所以我感觉。以后啦，哈、哦，以后当然，起码新兴抽水站有自洪池嘛，哈、哦，没有错嘛，哦，迄毋叫做自洪池，所以这两个抽水站希望今日做自洪池啦，哈、哦。还佫一个问题，上大爱的那个，迄、那个单位，壮东大牌的抽水站啦，其实这抽水站嘛，是比上大湖啊，这佫较重要啦，因为我感觉哦，因迄个地方的人士在讲啊。壮东抽水站啦、啊，你若做大水就甲，就伫迄个东门甲烧起来。啊，我问你，啊，东门烧起来水要哪创？处长，壮东大牌啊，做大水的当阵哦，竟然东门甲烧起来，东门竟然甲放落。对，因为壮东跟部后吼，那其实它是直接排到出海口的那附近了哈。那所以我们当初在整个规划这个区域，它并没有针对这两条做特别的建议。所以这个会期的垫付案也含了这个检讨规划检讨哦，我跟刚才那个杨议员关心十三分跟一样的意思，我们今年下半年会赶快去做规划检讨，规划检讨以后我们就会提报到水利署核定以后，他就可以来争取壮东抽水站以上大牌壮东抽水站哦，这里抽水站哦，出来跟来做了，因为咱了每一届啊做落大雨做落水的当中哦，迄宜安河水涨起来了吼，根本水就排不出来嘛。啊，因遐等于讲，啊你宜安河水涨起来，咱这边你落雨做大水的人阵，啊你东门国也烧起来，啊是毋是？人讲杀死狗姑啦，绝对淹死的嘛。对，我讲安尼敢无合理吗？有无？所以嘛，有合理也无啦。你嘛甲我讲一下，安尼才冷淡。谢谢黄议员，黄议员的见解都很正确了，所以我们会急着要赶快去做规划来提报这个案子。急着赶快规划，好，我来讲你有没有急？地方自治条例啊，哦，这个污水处理厂回馈地方自治条例这样、個，我拄啊，我陈如山议员有听闻，哦，结果你个公布下修啊，下修每个月的出水量，啊，自治条例当时要上啥？已经送到议会了，已经送到议会了。哎，对，所以就是看议会，只要排进去的话，我们就来讨论说，我们下修的这个够不够嘛？哈、哦，应该变成从100万提升到150万这个层级够不够？只要不够的话，当然就是大家讨论。哎、啊，你因为我顺序呢啦，上几排议会要修地方自治条例，是不是安尼？啊，朱秀，来，哎，我拄啊讲这个议题啊，咱以为。当时也拜到啊，到这里，就是迄个阮污水处理厂回馈金这个问题啊，吼、哦，拜托一下，吼、哦，我免落去回答啦。啊，十三号大坝，还佫一个这个水肥啦，水肥这个问题，这是环保局啊，咱的，你遮的吼，啊，水肥即马全宜安县拢倒伫阮壮维废水处理厂内底，啊，你看有要给什么回馈的办法？还是要透过自治条例的修改？现在每天处理大概是90吨了哈。然后我希望这个就并那个回馈金一并去讨论。啊，90吨，咱一栋房收偌济？90块。90块啊，阮一半会使了。其实是无偌济钱啦吼，都并这个回馈金一并去讨论就好了。这样子哦，然后水肥来对，另外回馈金来对，另外再加注一个水肥回馈金。所以是建议议员就讨论的时候，可以把水肥跟这个处理的一个级数一并去做讨论，然后看要加到什么程度这样子。好啦，我还记得我头一届会议的当中，甲处长请教讲，生活圈道路的改善优先顺序啊。啊，阮搭纵围当时也排着，纵围我叫咧一条，敢像 A 十吼，E 十人先排着嘛。啊，即马处长你即马排到倒位？
跟议员报告哈，整个生活圈是会针对它整个交通的一个疏解跟它的评估。那只要排的时候，我们送上去都没有排顺序了哈，我们送上去都没有排顺序，因为很难去排顺序，因为大家地方的需求嘛，所以我们是一并送上去，然后中央再来现场会勘。他假如认为说真的是交通的一个疏解很有注意的话，他都会优先来核定的。哎，是啊，要问政委办来会勘不？基本上就刚才讲的嘛，哈，1921、18，哈，或是刚才议员担心的，关心的遗失，我想这个都可以进入讨论。然后，只要真的有需要往上报的话，那就会来看。哎，对，需要往上报的话，他会来看。那你们拢不往上报，他都没有来看。我们现在都会讨论嘛，哦，讨论这个地方的需求跟整个交通量的个疏解。哦，那假如说这个是很有必要打通的，那我们就会往上去争取。哎，好啦，处长，我那最近哦，有跟你讲，拜托你哦，因为壮围地区啊。很多一些转弯啦，哈，小转弯的一些经过道路的交汇处啦，哈，交叉处一些转弯的一些小工程啦，零星工程。啊，你不讲，向人家联络嘛，模样那是会给老百姓啦，讲我半天，今嘛上流行一些小确幸啦。所以讲，斜弯转角足歹转的所在，也是讲小我有迄个咱道路。哦，咱县道也是咱省道，哦，有一挂帮的，少些徛这种的。你讲无嫌人家联络，你拢也无联络，你拢将我当作我讲的话，拄下甲我乌鲁干的拢转好笑。那个应该是骗我，就是没有，怎么会骗议员呢？我想这个你都跟他聯絡这个路口需要改善，还是有一些小崩塌的话，我想这个我们洪城科长。今天会后跟你恰时间去现场去看啊，因为或许很多地方，然后恰完以后，我们再讨论说我们如何去改善。哎，是啊。啊，你看，三人为了给他看。那个我们阳光科翁正科长。翁正科长，翁正科长，其他姐，你边爱的呀？哦，那个长得跟那个明星差不多了哈。那个还有一个问题，会刊呐，我认为会刊有时候哈。足侪会看恁公务处出足侪啦吼，不管交通啦、水利啦吼，还有一些道路的会看，都是你们在出来会看。我是感觉讲你们会看啦、啊，有时候啊，恁卖像一挂，讲我歹听，我像在你讲的替代役，你知道？啊，一挂临时人员出来会看啦、啊。这有时候我们到现场哦，看到恁会看的人员哦，我嘛感觉讲，我都去哦，恁安尼先沾一节落啊啦。矮化我们议员的这个议员的代表性啦，吼、哦，所以希望啊，处长，后盖恁会开会当中哦，派一个较正式的人员啦，好不？会使了，这要求过分不？要求不过分啦，那不过是因为业务真的是太多了哈、哦，那。当然我们派出去都是承办人员了哈、哦，承办人员当然都是代表县政府出去了哈、哦，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去事先评估说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我们县政府应该赶快去处理的，那出去的人员大概都会去做相当的回应啦、哦、那假设他真的是没办法在现场做利息的一个承诺或什么，都会回来在内部再讨论。我想这个在这边跟议员好，感谢黄建荣议员哈，那继续哈，我们有四位要联合主选哈，就是张秋明议员、杨顺木议员、陈俊宇议员、陈杰林议员。好，那我们现在先请张秋明议员。大家主席、副议长、秘书长、两位处长、各位科长哈，啊，各位同仁。各位议会贵宾，大家早安吼、哦！我来先请教了哈，请教咱的建设处处长哈。那即马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拢争取交通建设，无管台台二线的加强拓宽也好，基湖公路也好，铁路直线也好，铁路高架也好，这拢一直想讲做要来将
来倒转去台北的北部的，出去台北边的，或者是讲要让入来会较顺畅。哦，我唔知影即马即个进行到底安那样啦吼。当然要让你讲真济无多，啊，我有本身有意味啦吼。那要像这物件拢让入来，拢会带愈紧入来，啊，愈紧出代志，出啥代志？这人入来，唔知到底要去。我若你罗东转运站要去东山，要去三乡，啥物加载？有遐济计量车无？你连一个交通的环线，甲你县内的接驳拢无好势。东山79.85里平方公里，内底搁三条线，台九线、罗天公路、甲台七平，久久啊一台车来接驳尔，情何以堪？这人要去？都会当行，恁讲尽孝心，恁讲号做内底接驳遐，遐唔那唔是讲钱的问题俩，遐是讲起来根本都无法度，真正恁遐人号就要了要有法度行，所以地书甲啥，地书甲卡数拄啊讲这物件啦，拢总会当入来时阵，伊个看法讲安尼袂好事，我阿公嘛要塞车，我坐车啦也袂好事啊，我唔知去，咱厝顶咱这边到底即马有啥物伫进行的物件，还是讲你即马结果？这两个什么款好吧？处长请答。谢谢张议员的指导哈。有关于这些重大建设进来之后的一个相关配套措施哦，大概分两个，一个就是讲，其实最就县里面的重大交通建设，其实除了连外之外，其实很重要的两条的部分哦，第一个是铁路直线高架之后的捷运化哈，因为这个捷运化其实会带动整个宜兰地区跟台北地区的这个整体的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其实。依照一直讲的双卡斗咯，就是新台二跟这个部分哈、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对于整个大地区，尤其是山边这边的疏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哦。这是就县内这两个，其实在整体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划哈、哦。那有关于配套的部分我们配合整个在宜兰，那么怎样就是咱所谓主要发电的人口拢是伫这个台九线监管，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在接驳上哈、哦、分两种哈、哦，一种叫做城际运输。城际运输的部分就是依照台九线我们来希望有一个叫做快捷公车的部分，就是讲伫桃城、宜兰、大溪、宜兰、罗东、甲东山、甲南澳、甲苏、甲南澳啊，这个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运输的部分。那由这几个运输的部分呢，再往外出去之后，由几个转运站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主要地区，包括我们。三星、大同等等。这是你家己即卖想法呢，还是有给你执行啊？即卖礼拜都已经开始有你执行啊，礼拜拜六、礼拜五开始你执行，第四行。安尼讲啦吼，你讲这物件，我四行，本身伊看袂出来有啥物款迄落啦吼。以目前宜兰县的交通这么乱，都是咱的环乡的各乡镇的联络的，袂讲真顺畅。这老伙啊！无十六桥都卖，卖要徛三年啦，电动啊，遐啊，靠来去便宜啦，靠来去买些物啊，倒来同我食，因为大家拢爱讨谈，迄、那个交通问题嘛，拢全产生出来。可是你若会当做出讲一只东山到罗东，东山到苏，或者是东山到群英，这部分的连线，像东山乡即马目前两台接驳免费巴士的来即款的做法。那安尼会当较大型的公车，真正会当安尼做落去，才有一个意义啊！你请坐啦。我感觉我是讲这個、加在你也阁有这款的想法啦吼。我蛮讲来你这边会当阁较落实、尽速将这个物件做阁较好。安尼你才有法度讲，拄啊讲的你铁路真正拢人要载入来，或者是公路大型的公车要甲咱载入来，甲咱。宜兰县每一个有转运站的所在，这人要安怎样疏散出去？这人要安怎样啊？把伊伫别位个再倒转来，安尼才有法度，予宜兰县搁较正面啦。啊，那安尼只，只开这道路，予这人入来才有意义。无你讲内底拢无接驳，村的拢伫遐，罗东转运站、大溪转运站、苏转运站、宜兰转运站都塌掉掉。啊，你甲看遐人要叫伊安怎生活？这点我来甲你拜托吼。啊！我阁请教处长，咱有一点啦吼，即马架建的啦，伫咱东山乡大进甲
迄个中山村甲建的部分，哦，啊，咱政府也无作为嘞，也无工做一个水沟，就是拄仔讲要露天公路边啊嘛，无工做水沟，啊，伊要起一个厝，啊，甲咧拢有问题啊，我唔知处长你的看法。谢谢张议员的指导哈。有关于这个部分之前张议员有提过哈。那我们这个部分有专案在请在处理哈。那基本上他排到他原来可以排的那个部分，我们大概就会来做这个部分的核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有关于公路系统旁边的侧沟这个部分哦，我们可能还在连还要就是针对管养单位哈，我们尽量来协助哈，那个有需要的部分哈，来赶快来办理这个施设。好啊。拄仔你有讲到太阳光啦哈，我看即摆进行嘛，佫冻掉着啦，嘛要你交通部嘛，吼、哦，交通部也无多做真明确个决定，毋知有上行政院无，我毋知啦。上行政院好，啊那安尼时，就大家来跟啦吼，跟迄个代志跟来做。但是我有佫一点要甲你拜托，就是你东山迄个迄段，伫倒位咧？伫咱或者二十公阿区。大门口入来，甲咱迄个叫做森林公园的站，较早是五条东西向其中一条，即马要改甲做台澳跟来做嘛，对不对？那安尼的时阵，那确实协定本身以为这站一定要先做，那先做了什么好处？来东山古街甲旧街的这部分的人口啊车流，会当借到这条真的做通行。就要去迄个高速公路，要去第二线，或者是讲遐二五啦，就是讲富隆路迄边去，会真顺畅，免过多啊，过多啊，细细加落来底吼，这点够你拜托吼。好，来，迄、那个干部处咱的陈处长吼，我拄啊讲到大进中山来这个加建的，啊，即马大进中山若要起龙虾，要甲你清大白，啊，要安怎清？这个是甲建的一个通案的一个问题了哈，就他没有临水沟嘛哈，所以他变成说他要搭排的话，他就必须要找一条临近的一个水路，然后中间这个没有水路的部分，他就必须要先去取得用地，然后去做水沟来衔接。我清楚嘛，啊，这都是讲起来一百八是农地，啊，政府无作为咧。政府拢无去甲因帮站，无甲斗相共。搁一个实例是讲，放倒啊仔去摊就对啦，西就放去流嘛。迄放学底啊，伫家己去自生自灭啦。啊，你有甲想到讲，即卖咱的管理上有搁较直，有搁较硬。较硬的时阵，你遐个人要安怎创？迄个旧厝都安尼拗袂了去啊，啊要起袂起哩？哦，你讲加建的，即话咱厝顶有。林处长有讲到，讲伊这边要过一个物件，讲哎呀，老边啊，原本哩摆，要要甲认定。啊，我请问你，你这边那可是农协的部分，你是农地嘛，唔是甲建的，安尼是你这边就变哪种？不管是甲建或农地了哈，基本上假设他都因为没有从化、没有临水路的话，我们的要求都是必须要取得中间这一段没水路的一个用地空间去接临近的水路了哈。啊都没了。假设都没有的话然后啊当初也在讨论说他是不是有，这就像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那个二次进化者那个概念，那其实他都没有的话，那搞不好他的地址是比较那种软砾石层，它比较容易渗透的。对对对。那这种地应该是不是可以用二次进化池的那种想法，它就自己进化以后，它就自然渗透到底下。安尼都要拜托处长你啦，好不好？恁较紧的针对到这个问题，甲创一个解脱办法，和阮这两村，甚至讲宜兰县真济相同的村里啊，即农民也是咱的官民，会当真真正正。免讲像安尼雨来，到底啊落雨，啊要起未起哩？有地，简简简啊验啦，啊对，啊验也无好诶。哦，拜托你了哈。对，我们在跟建设处来讨论。假设他用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他就不用申请搭牌了，他由建管那边直接处理。拜托啊，真熟了哈。我一般告诉第下半年，正常半年来了哈，会当做出一个了，而且主席连续记录了哈。好，那我过来请教哈，咱的。
但唔知倒一个科长伫管理哦。像讲咱的加东桥啦吼，遮尔危险的桥，啊目前当公所敢咧有送物件出来，啊唔知你搭一科室，是已经甲塌断限的啊，还是讲做这条根本都拢歹甲插，互因家己去处理，我无清楚，都这。翁正科长遐，哦，翁正科长，你知影无？有甲咱送入来未？哦，真当有。嗯，跟议员报告，他计划书之前有送进来了哈。嗯。那事实上，这之前也跟公所有意见交换过，它其实是属于村里道路的桥梁。那之前也有案例哈，其实在礁溪的五股桥，那也是同样的模式哈，就是县政府跟公所这边那做一个分工。那要去比如说争取经费齁，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一座桥。那因为地方希望的是整个要重建嘛齁，所以它的费用大概要，我没有记错，大概6000多万。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要进一步跟公署那边跟府内这边去做一个讨论。啊，你明天这么小个踏烂的两个钱啦，您上班那个踏烂的吧。我们有回复公文给他。就是，我好啦齁，我你请坐啦，出对啦。我感觉是来啦，这条桥看遐一摆啊，啊，本身嘛有建言过，应该阮乡亲议员嘛捌建言过。遮尔重要的物件，乡公所虽然伊讲做伊是什么做川里道路桥，但是这边县政府要是伊的一个指导单位啊，啊，你嘛袂使甲讲安尼，啊，你安尼讲哦，啊，若铁路来咱遮做，咱拢袂使讲话啊，咱嘛免硬讲啊，啊嘛无这個意思，敢若像川。传你的问题，香港所嘛要甲伊做处理，同款。你比如我恁家己传的去做到啊，因为我想是安尼啦吼。啊，这么重要的桥，那去卡数，去家己啊出出入入，那叫有一工出问题，伊那阵啊唔知变哪嘛唔知。哦，应该是透过咱管政府甲公所来去做处理，不管台是讲去甲观光局也好。或者是交通部也好，讲出咱这条桥兼具着观光的功能，有法多，底下个甲咱斗相共偌济，安尼应该嘛是做一个解决啦吼。所以我甲你这个来用心一下啦，来用心一下啦吼。啊，我要来请教吼，我拄啊伫讲的讲富隆路一段的拓宽问题吼，甲咱。二三十线伫二星桥以西，哦，去到中山的，啊，咱这边当唔有什么款的作为啊看法？哦，就这样。一三十那个当然是会透过生活圈的争取的哈。富隆路那一段当然是诚心路通了以后，它直接接到191甲，它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大型车辆运输车辆一个其实已经变成它的一个重要路线了。富隆路基本上应该是变成说我们生活自己聚落之间联络的一个道路，那这个要不要去拓宽？其实可以讨论的哦，可以讨论。哎，阿你讲了哈，富隆路这条是第五节通过来跟咱罗东通过到东山，一个总共市区中心的一个真重要的道路啦。啊，除掉你家以为讲做这条一级的山地当单纯的功能。本身以为不尽然，不尽然。阿拉讲不尽然。目前，那伫东山公所要去191线，伊真少行双营路才左转去宜兰。伊会伫富隆路一段过二段，过武彦国小过了，才去191线。因为这是直线，这边是曲线，较长，直线较短。因有这款的想法，加上迄站的车辆顶，我一个尔。伊唔免像这边头甲尾枪顶较济，这拢会考量。我不想以为，若要去罗东去咱国际市区内底，公所到公所都，是这条路是重要的。加上本身你做乡长的时阵，都已经甲县政府做出迄落，迄当初啊，处长应该嘛要伫嘛伫干部处才对啦吼。我望这里、個、你会当做出一个更加明确的做法啦，无管要哪交代。未交代你啊，安尼未交代，设计去人讲几啊摆，陈德新陈处长嘛去讲解说，啊，但对这种歹事无来转来去啊讲讲的，啊，都伫改啦，啊改啥，点点伫啊改，未交代你啊，啊，即摆来去换个，想我想个无共，
安尼唔知要哪创啦吼。啊，地方压力就来，啊，所以事实，今仔日唔是讲做地方压力，阮都特别讲安怎，也是重要的啦。你讲这个物件，若无较紧的做来讲，对地方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的影响啦吼。啊，这点就拜托你来过思考一下哦。啊，我今麦要跟你问看卖啦吼。你讲做迄、那个啊，古料客啊，啊，才发包好未？我要动工才发包好未？啊，照料目前在发包。阿未发包好？哎，阿未，哎。哦，困难吗？是钱少少。钱未伤少，因个他因为跟聚落关系太紧密，然后桥梁又太多，所以、基本上可能包商的意愿不是那么的强烈了。好啦，其实是安尼讲啦，时间拢是爱靠头壳用方法啦吼，并无讲做工商要好做歹做。其实你若要求到歹做，你都一定顺利去做。上加你甲当作做真好做，歹去思考伤济，即会出问题。我是以为安尼啦吼。啊，本身我点边捌讲过，就是讲咱的清水大厦门，哦，咱即个唔特别个该做啊。啊，当清了三款。啊，跟议员报告哈，那这个水利署的意见是说，闸门的整个结构体，它基本上还可以堪用了哈，所以它并不同意说去做改建这个动作。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说，清水大闸门。旁边要不要做抽水站跟本身站体要不要去改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了哈。那东山河整个整治完以后，水位很快速的到下面，那我觉得说我们可能要去从这个方面思考来去跟他争取。本身一直在担忧啦，本身一直担忧啦。自我九十一年做乡长，到98年、97年的强烈洪灾，会使讲电话条啊，第二人管唔知扣分。几百起无断去啦，加上98年的巴马，99年麦基，对啊，拢出问题，100嘛阁出问题。这问题都是看出讲咱天候非常大的变化。那唔通讲物价尾啊，真正讲该堪用，物价真正地输人命损失、财产大型的流失的时阵，迄个准备哭到无目屎啊！我现在是建言。一定强烈个争取，顺续大型个抽水站一定要做。哦，这个一定要拜托吼。啊，拄啊，我听后边伊家讲，我的时间用不了，讲做要招人无。我几下项代志，我那是一定要讲个够啦吼。啊，警察处长啊，一定会当斗三工，唔通讲这代志要到尾啊，根本都对大家拢无好意思啦吼。安尼，再拜托你啦吼。好，谢谢，你请坐。好。好，继续。您就我加进讲，主席吼，两位处长、各位科长、各位同仁啊，媒体先生吼，大家早安吼。我即马过了重复者 A 类个公务处长吼，我即马要谈 A 联络道啦。啊，你拄则讲我做 A 联络道，但即个铁路高架才要做。我听你答我，我南面个答我讲嘛，铁路即马高架有眉目个吼。啊，大约当时会当可能试做，啊，对这 A 联络道，我们才有希望。一天等过一天，15届就讲个大吼。啊，因为 A 联络道是即马敢若靠一条大幅路的吼，伫行，啊，路个细条，啊，边个住户边个拢有巷啊，啊，即马开车的人伊就袂讲，都有草化线的所在，伊就停下，留一路红过拢无，啊，因就一直安尼行，啊，所以讲。一直，这市民一直反映讲安尼真歹事啊，所以讲希望讲这条是吼通往这个观光工厂这龙潭啦，宜山嘛拢行到这边新店嘛才来啦吼。希望我这个窗户啦吼，啊你是不是对这高架铁路一直希望，阮这等高架铁路这桥这条路才会通，啊，剩一早啦，若要讲宜美路甲中山路无几百米啊，安尼。是到好这铁路高架要等老久啊！注定要等到好。好。谢谢杨议员的关心哦。刚才那个国民处长已经说明了哈、哦，高架这个案子已经送到中央去争取了哈、哦。那当然我希望说明天过后这个案子可以赶快来核定了哈、哦。
哎，那我觉得、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了哈，这个确实是一个瓶颈了，所以我们去之前前两年去打通了那个路口的那个打通了那个路口的一个一小段了、啊，不过感觉上这个交通还是没有非常的顺畅去解决。朱队长呢，打通那路口后什么境界的，所以用不接后用了。但是接无接个家来，拢是伫交流道一直流来，接个新兴社区家来吼。所以讲，这点铁路搞起来，赶紧去争取，至少再解决你啦吼。吼，啊，这是第一点吼。第二点，我讲这个，咱这个宜兰桥过吼，我这边，迄站环线道路无做，佮透过迄个取水站迄、那个吼，迄一挖，迄差不多两三百米，迄、那个。慢慢你若讲河川顶完了发生代志，迄搭黄线道路遐拢行袂入去啦。迄是毋是当找一个时间来回看吼？啊，是毋是咱来做？啊，是讲做水利和水利处来做？处长。我们在择期邀请河川局来现场勘察了吼。假如说他因为黄线道路。不足的话，当然是由他来打通了。那假如说是我们地方需求，当然他会希望是我们去打。我们到现场会看，我们再来确认。好，找些时间，咱好，我再邀请相关单位。哦、过来，每座抽水站吼，恁都这个网友在谈这吼，你讲有前池，我有去遐看吼，要入真困难，由外口一个探去看，前池真细啦。我即下要讲个意思是讲，那去年的飞机毋是有伫谈着讲个做要做迄啰防洪池嘛吼，储水池啊，啊，迄搭有要做无？是梅州抽水站。梅州抽水站它配有自洪池的空间吼，大概是4公顷左右了吼。那不过、啊、因为土地经费比较庞大，那个水利署认为说。他今年优先核定旁边有做一个高地分洪的工程，哦，这个工程做完以后，可能在第三阶段的时候，他才会去核定这个自洪池的一个用地，的费用。哎，自洪池干嘛用个四公顷？他当初规划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当初规划哈，跟直接做一波干嘛？他是评估这边的量，所以他算出这个大的一个。那台水量比较大了，我是你讲自洪池一定赶紧来做。因为抽水站的水要抽的时候，等到河顶、原山顶、山门子那边落来个真济时，才开始抽，安尼袂赴，安那袂赴，水滴积来真紧。咱若讲有一个自洪池，看滴河遐大，顶原有消息落来时，自洪池的水就哪抽掉啊？水滴入来遮就吞会掉，就坐袂翻附近遐啦。我即嘛是自私啦，因为我是住伫附近，离好100公尺尔，我真知影遐个状况啦吼。所以讲，爱甲自洪池水先抽啊，啊水个溢来是抽，拢会伊会挤对遐自洪池，坐下就袂甲遐个水水位升高，淹到遮住户是毋是安尼？哦，所以讲遐要做啊，你讲做个4公顷，有时我是跟你听。感觉上下4公顷是真大，路从围到阮门口来啊吼！啊，这个讲安尼讲做，袂就安做啦。新兴抽水站甲三门洲抽水站，进前要做的是公厅内，不是公厅内底下说明会时嘛？讲我们做这可以像这个公园化，但是做袂啊，甲每一卡的抽水站拢从形体同款啦，用者做者较艺术，卖讲者真突出一个，更着无公共得着无底下吼，可能。跟那无啥好看，应该做会使以后落去做这种抽水站是美观小做出来吼，和地方的面貌嘛较水啦吼，以上这请要注意啦。我今物要来讲吼，宜兰桥吼，宜兰桥伫我伫15届时一直讲较大啦吼，啊，今物有一个眉目，我是安那讲有一个眉目，因为我去年提案的是有案入来吼，前几工我甲谈起。馆长谈过，伊上无啥时间，干个应一句话讲说，不过黑马记，我交代吼副馆长有去传一个专案，即马去做案嘞，哎，咱处理你知啊。宜兰桥的那个改建的规划，我们已经准备要上网发包了。发包，对，我发包之前，我即马只讲一个，我的建议啦，吼，发包，发发要发包已经设计好啊。
没有，我们会针对它整个桥型跟周遭引道跟河川的关系来做一个规划。进前要去回看两三摆啦，我嘛底下吼，您进前是讲要把基础升高800公分，因为我怎么跟你讲，阮地方的意见吼，宜兰的南平跟北平的桥头的人拢唔肯啦。然后，那讲升高800基础吼，那边爱延伸到大福路啊。南平这边沿线跟联盟回家来，啊，两边的住户遐生意人都拢袂叮当哩，交通出入嘛真无方便吼，这一点。第二点是讲做，这个要好水袂去堵了桥梁，迄有一个方法，我嘛捌甲水利局的人有加研究过，迄、那个取水坝吼，爱、做主动的迄个塑胶迄种坝。哦，水若大时，伊主动连落，就袂甲水位提高，水流啊，伫向下流的时很顺畅。哦，啊，较早过去风雨真大的时，拄着桥梁的机会嘛真少，差不多要拄着，我拢甲注意啦吼、哦。所以讲，即马来讲一种新的悬吊式的、较现代化、较美观的桥梁做起来，伊迄桥的其实高度无偌高啦，伊拢。钢骨的嘛吼，啊，所以讲啊，哪个一两端基础啊，做者抛物线起来桥，中间伊就不只管啦吼，啊，依然会水位会升高，大雨升高真济，但是伊无真错流，所以讲，免去考虑讲伊水真错流啦，啊，佮下骹这个拦取水坝吼，改做这个橡皮这个自动的吼，啊，伊的水流真顺畅。对这桥无影响，所以我讲这重点是讲，卖把宜兰桥个升高800公分。咱即马设计也出到你有是偌宽，较原来的基础。基本上我们昨天有初步讨论过一个工法了哈，就像陈如杨院讲的哈，用那个斜桩支撑，然后用钢板的一个桥梁，那大概50公分就够了，基本上引到。都不影响，哦，然后，洪水位可以过得去，只是没有出水高。那要出水高这个问题，变成说像议员建立的可能冲管区那个取水堰，是不是要做成导湖坝，还是说我的上下游的一个断面要去做调整？我想这个我们会跟假设规划案出去的时候，我们会跟河川局做讨论。以上。啊，过这条桥吼，很主席利用，较歹用的是没有慢车道，哦。人车拢都在争道啦，啊，非常危险。一旦新做的桥梁，一旦有这个慢车道，脚踏车、奥托拜，他行哦。啊，这桥、個、既然要做，哦，啊，做好啊，甲这个宜兰河吼、哦，宜兰河滨公园成一体吼、哦，啊，才有美观啦吼、哦。啊，人暗时在遐行时哦，看桥梁嘛真水，灯光也创好真水。啊，佫有一点，我来报告吼。哦来这个做什么？我甲水利局副局长啊，要做前几工啊。啊，我就甲讲这永进一号桥遐吼，永进一号桥的经费是安那分摊的，伊予咱偌济？啊，1/3。1/3吼。啊，我刚刚谈济了，我讲比照遐吼，给一撮钱我。伊讲伊想是讲有可能会使，伊讲可以啦。我基本上甲咱处长讲吼，向。水利署争取，伊会甲咱补助，可能数字可能袂想为1/3啦。啊，这条桥做起来可能还不如真侪亿吼。所以讲，若讲市公所配合者，咱县政府个编制经费吼，赶紧甲这条桥做出来吼。啊，嘛好，以后我有阁另外提一个，伊人和平讲个真侪设施来做，以后水流来通啊，河川。水利署河川局那个迄个坝做好吼，以后水啦，小可有水的时嘛，再袂用起来这高滩地嘛吼，对整个宜兰河滨公园呢，这个影响不只遐大啦吼，啊，这嘛是咱宜兰外客吼，进入来咱宜兰的门户吼，啊，应该做水个好看个内容个安全啦，啊，即卖恁可能较无时间去看啦，我下骹看钢筋拢裸露啦。那条桥是日本时代做个搭，香槟边啊时间较短了，
中迄座是日本时代做个大一百年啊吼，所以讲一定爱个改建吼，啊，即卖已经落去进行，我希望讲赶紧来进行啊。咱的财源嘛，无讲真济，啊，加这个水利署吼，尽量会当提偌济，啊，甲因做一个做一个沟通啦吼。啊，以上，我这时间留准。安尼，安尼休困一下是无？好不？准了吧？哦，麻烦者，哎呀，休休困者。好，我们休息哈、哦，休息十分钟，谢谢。
各位同仁请教做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外口迄个磅啊，来减四公斤哈，啊磅了唔对，我昨安尼翻，欢喜一工就对。哇，那那熊熊三十只，都搁搞阮某乌鲁干的呢。好，请各位就坐。列席单位，请就坐。哦，要是欢喜干呢？欢喜干，结果是假。好，继续我们邀请陈俊礼议员。啊，感谢主席哦，两位处长。咱各位科长哦，啊，咱议会同仁、各位联络人，大家午安，大家好吼、哦。啊，处长，我想讲先甲处长来讨论这个区牌问题啦吼、哦。咱这个金泰路甲这个福园的这个区牌，伫去年由咱副馆长带队吼，啊去会勘过啊吼、哦。啊结论就是讲，咱诶进行这个规划来看是这区牌要安来改善哦。啊，想讲要听看处长，咱对金泰路的区牌甲这个福园的区牌，目前规划基点甲到位。哦，请到。基本上这是拉比的区牌了哈。哎，我觉得大致上解决的方案就是讲，其实福园内底有一个人工湖嘛哈。那基本上我们会利用这个人工湖来当制洪，哦，就是说福园的水脉来拉比区牌。因为一哎增加咱拉比的负担，所以我会先简单处理后红黑的排出口，我只要设一个控制口的话，基本上后红黑的广大的积水区域最移动由这个人工湖来先承担。对。拉比的最多变较久啊，哦，那拉比是不是要直接排到五十溪里面？那其实因为当初一直在讨论，就是说五十溪的水其实不容易排进去。所以那边要加闸门然后会像刚才很多议员关心的说你大水来你闸门一定要关嘛，拉比的水其实也排不进去，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说减少拉比它本身的负担，哦，所以我们会优先去处理福园的这一个广大的集水区来处理。那至于拉比的水碰到大水的时候，那到底如何去排出，我想这个就是后阶段看哪个排出点是适合的，我们会在那边设一个排出点。以上，嘿。处理金泰咯。啊，这个我们会一并去处理，一并去处理，会我们会有一个案子一并去检讨它。那假如说有一个定案的时候，我们都会边境会来处理。好，以上。处长啊，那刚刚处长您说的这个拉比这部分哦，迄刚在场嘛，这里、個、有咱财政的船长加地方的在。是大的建议就是讲，这个区牌因为拄伫迄个福园迄个遐出来的时阵啊，要接拉比的区牌的时候，因为迄个坡度无够斜哦，惊讲水会游袂出来，所以当场有建议就是讲，是毋是会当把迄个水位甲延伸游出来，甲五十 K 游较远出来，迄部分这敢有纳入迄个评估的？我们会整个去评估说，它到底它的关键点是在哪一个段？哦，到底是重坡还是说宽度，还是它本身的容量不够？哦，看哪个关节我们可以去把它处理。啊，哦，这个会整个案子会去处理。处长大概还要评估多久？应该已经差不多将近一年了。对，那个我是不是请我们水利科长细节他来说明？好，请科长说明一下。好，请说明。啊，感谢陈俊宇对我们区牌的关心哈。那大概处长刚刚有做说明了，大概这拉比去保存，有关于村长在现场建议说是要把那个箱涵往下有延伸大概100米到150米这件事情。那其实这部分是针对那个高层的部分是在哪一点下去是比较适当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案子在评估。那刚刚处长讲的，针对这个福园本身的一个那个。自容池的一个那个闸门那部分，大概我们今年的这部分会来先做一个执行。那后面那段高层这部分评估部分，我们会再进一步做一个测量之后，然后再做整体的一个考量。以上。好，那这部分再请科长这边再继续加把劲，看能不能速度快一点哦。
然后处长就是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金泰路了哈，还有内城的区牌哈，因为这两条区牌拢都紧邻道路旁边了哈，啊，是不是建议讲咱的这个区牌要检修哈？未来有可能这个高雄要定做的规定来底哈，会当把这个道路纳入一并规划哈，是不是会当来放宽这个路幅的这个面宽，和车辆的行驶较安全哈？啊，我看这两条沟啊，吼、哦，佮另外佮一条八甲路啦，三条，伊迄边啊拢枯板，啊，像八甲路这条，目前伊迄个排水量已经无像较早遐尼济啊，因为早期遐是迄个养殖区吼、哦，可能排水量较济，即摆迄沟已经变作是一个休闲观光的一个景点哦，所以排水已经较少，吼、哦，长久以来伫计算排水嘛，已经明确的少了可能。三分减两分去啊吼，所以像这种边啊排水有枯排吼，道路的方面咱会当纳入一并检讨，来甲这个路面做一个检讨，是不是来甲放较宽数啊吼，啊，好这個行车较方便，啊，这要听看处长你看，这三条内城啊、甲金泰路、甲参这个八甲吼，包括做悬臂沟嘛拢无要紧啊，啊，处长你看你的看法？假设是路幅不宽，还是我区牌要做整治的时候，当然紧邻的我们当然都会一并去考量嘛，只要在用地不用去做额外的征收，我们当然都会去做调整了哈。那像陈总刚才议员讲的，以前可能有一些养殖的负担的水，假如说现在那边的形态已经改变了。它负担的水没有那么多，我们会重新再去减算的哈、哦。那是不是可以缩小它的断面来提供给道路使用？我想这个假设它需要去整治的时候，我们会一并去考量它跟路的关系了。以上，哎。那这部分我们公务处这边可不可以有一个计划，来针对这几条道路来做一个那个检视？这个我们会来处理了哈，因为路跟水都在我这边了哈。对。那我们会针对刚才议员建立的这三条路跟区牌的关系，或是农牌的关系，我们可以去做检讨。哎。因为没有处长、这三条，其实我们公务处这边都已经去看过好几次了、可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下文。我想说，是不是请处长您裁示一下这部分？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基本资料，调查跟分析就可以了哈、哦。就是说，至少要把地的权属，然后我区牌到底减算以后，到底区牌的量多大，需要用到的空间，那我们会这边会做一个减算以后，有没有那个空间去缩小，让给路来使用，我想这个只是基本资料一个调查，我们这个会处理，哎，处理后有我们再跟议员报告，哎，好，那是不是请处长您这个部分那个调查清楚之后再回复我一份书面文件资料，好，谢谢处长哦，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我们污水接管的部分哈、哦，那个我们许科长您非常用心啊，那我想。再确定一下我们污水接管圆山的部分，这个工程后续的部分什么时候会开始进行？没有，请科长您回答。好，感谢议员关心哈、哦。那我们这个案圆山的污水下水道的用户接管工程哦，预计大概七月以后会开始进行。七月哦，对是。好，那就请科长您这边能够持续把关啊，因为现在后续那些接管没有处理的话，一些民众一直在问说到底什么时候，然后之前处理的这个那些前期的那些工程有一些还爱个修补的部分嘛，请科长你会当伫后壁那接续落去做的时阵，迄头前遐嘛拢爱做一该处理。好，感谢科长。好，啊，处长拄啊枯白部分哦，另外一项要提醒就是讲风台期嘛要到啊，然后。啊，咱是不是针对咱县内所有重要的区牌吼，会当进行这个检视加这个清污啦吼？避免讲这个风台期来吼，到时阵佫塌掉吼，啊，造成这个严重的淹水的这个问题。再请处长这边再支持咱这个相关科室吼，会当针对这个问题先做一个处理安尼。啊，过来就是咱宜兰县目前自来水的接管率大概是多少？
跟议员报告哈，我们目前大概是有94%多，好，那刚每个乡镇它不大一样了哈，像宜兰罗东它比较高，那比较偏远的一点的乡镇它会比较低啊，哎，对。好，谢谢处长。因为处长讲实在吼，阮宜山乡应该是无达到94%啦吼，啊，因为宜山乡长久以来拢是提供上好的水质，伫予自来水公司来提供予咱所有国民来使用啦。过去上早曾经宜山乡的水运送这个加这个大溪甲壮伟迄边的水拢是宜山迄边杀出来啦，啊，所以其实宜山乡的这乡亲真济嘛，拢真需要讲要来使用这个自来水吼。水头顶宜山乡结果伫家己的厝边要来接自来水，竟然无法度啦吼，所以嘛是要拜托咱处长，是毋是针对即个自来水即个接供的部分吼，会当甲水公司迄边继续来配合吼，尽量来延伸即个干管的部分啦。啊，另外针对宜山乡啊，即个民众吼要使用的部分吼，伫即个评分的时阵啊，是毋是会当用另外一个较宽松的方式来评分吼？啊，针对要接供吼，迄、那个补助的部分会当来提高啦。和要接供来使用自来水的人，会当更加方便、更加快速吼，啊来申请这个自来水来使用。这则拜托处长你会当更加关心一下吼，针对宜山乡的自来水的部分啦。啊，过来就是这个长堤路吼，长堤路加这个清华二路吼，这两条路拢是属于这个防汛道路的类型嘛吼。伊个道路的路基是毋是较早是毋是先拍乌毛土料，再顶头再去拍点啊架？因为即摆我发现一个问题，迄两条路你若有时间吼，咱再派人去看者。迄路就是拢固定一段一段，车伫开着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安尼。哦，啊是毋是点啊架爱去重新加封，还是讲路底爱去改善？再请处长这边再派人去关心者吼。啊，过来就咱建设处吼，啊我。要请问咱处长吼，咱伫顶一个会议吼，我嘛有建议着，就是讲针对宜山乡的这个交通网络的部分吼，啊会当进行这个规划啦。啊，想讲要听看处长目前对宜山乡这个整个的交通网络有啥物规划制定？多谢陈议员的指导吼。有关圆山乡未来整体发展跟它的交通网络的规划齁，那在这个议员的指导之下齁，我们今年有编列相关的预算来做齁，那预计大概应该这个月之前就可以找到这个规划单位，那议员建议的几个方案齁，我们都会纳进去在规划的时候齁，那跟地方还有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意的部分齁来做一个整体的结合，那应该这个月就可以来做后续的一个规划。好，感谢处长哦，处长您的用心，我相信圆山乡的乡民会感谢你了哦。因为说实在，四纵六横，我们县政府推的四纵六横哦，我是觉得对圆山乡整体的交通路网没有很实质上的这个帮助了。因为你要看四纵六横，可能就是这个南龙路这段即马目前嘛还未拍通嘛，啊还未拍通，规个。即马假日的时阵是规条街仔路车拢塞甲满满满啊！啊，未来咱即个同安公园哦，新建在即啦吼，啊嘛目前伫进入伫个规划嘛，伫个可能伫个动工啊。同安公园啊，甲开辟落了，未来规个宜山乡车辆涌入的即个数量，可能是比目前可能佫加几啊倍出来。所以我希望讲咱县政府这边吼，咱建设处会当。先前来规划哦，规划一个真完整的这个交通网络。未来东岸公园开辟进程，这个交通网络都要先好。啊，无你甲等东岸公园拢用好啊，再要来规划交通网络，我就是讲缓不济急。到时阵同款规划拢拍架咧。哦，再请处长这边会当及早来做一个规划吼，啊，甲这个交通网络甲建设个好势。啊，这个台二根线的部分吼，台二根线。嘛，讲真久啊！啊，拄啊，处长恁嘛有讲到这个台二根线的部分嘛吼、哦？啊，目前呐经过这个宜山的部分呐、啊，哦，这个、迄个衔接处遐，
未来伊落来会甲即个咱市区会来拍夹无？即咱敢有规划着？好、哦，谢谢议员指导哈。有关台二根线这个部分哈，跟各位议员报告是，我们交通部已经报到之前报到这个金监会了哈。那这个可是有一些要补正的部分啊，基本上在现在拓宽的部分报上去是大概12.5公尺诶，保护的。那有关于圆山这个地方哈，它跟台九线之间的交接，因为可能有一些路型的设计啊，它是这个部分是一个有一点立体交叉的这个方向。那它的整体的未来跟这个圆山地区的链接，我形容因为新的如果说新的整体规划的网路哈、哦，会应用到这一条路线，我们会在整体规划的部分哈、哦，再把它阐述的更清楚哈、哦，让地区民众也知道未来不管台二根线的开辟，或者是未来黄信道路的提升，或者是其他整体性的一个规划，我们会在那个刚才讲的那个规划案里面会把它做一个完整的呈现。好，谢谢处长，再请处长。针对这整体的规划能够一个完善的规划了哦，也请处长在您规划好之后，你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一份这个书面的这个文件哦，让我可以做参考。过来就是这个进好型公车哦，进好型公车，咱目前有几台车在走？好，简单。我们现在进好型公车的部分哈、哦，总共是有16条路线了哈，16条路线。那我们县府这边购买的车辆的部分大概是13辆哈。那后续由这个业者自行购买的部分，应该是有6辆左右的部分，嘿，大概就这样子。那未来在增购6辆之后，我们对于整个路线还有时间方面，可以再做一个调整吗？6辆的部分是现行16条，大概就有这样的需求了哈。它是汰换吗？还是？它是新增的，新增。可是那个是之前就新增了哈。那有关于那个路线的调整哈，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案在讲，看是什么样子可以来做最有效的使用哈。那另外一个部分跟议员报告的提供，因为宜兰的公车除了进好型之外，还有依在的宜兴客运的市区公车，那我们这个部分也要把它纳进去整体的评估，因为。路线我们的服务希望不要有重复了哈，那以达到最高的效率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来做整体的规划。那如果真的有需求的部分哈，我们其实在罗东镇公所或者是其他的镇公所哈，包括头城这个苏澳等等其实基本上都有所谓的乡镇式的免费巴士的部分哈。那宜兰是在今年要开办，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来做整体性。那我们会来跟公所这边来洽商说县府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免费巴士的部分来做整体性。以上。好，谢谢处长哦。过来，阁一个建议案啦吼，我建议咱这个建设处这边吼，针对目前咱这个农舍违规的部分吼，尽量以辅导吼，阁立管的部分这个方向来处理，卖讲安动袂动，拄则早起咱陈议员敢若嘛有讲着吼，卖讲安动袂动就讲要拆是安那，我感觉安尼变造成民众吼非常大的反弹啦吼，是毋是会当以？辅导甲立管为方向，请处长伫恁内部的检讨会议内底再提出来做一个检讨。以上。好，谢谢。吴宏模议员。好。大会主席、副议长、两位处长还有其他各位科长各位同仁大家好哈。首先呢，我来请教建设处的林处长哈。有关于变更郊区都市计划区健康休闲专用区的。别墅区湿地重划，好、哦啊，这个地区本来就为做健康休闲专业区，为何这个地区特别来变更为休闲别墅区？是安那样要来给变做休闲别墅区？这个地点应该是伫咱的转运站的后面。照理来讲，转运站后面的周边呢，应该都是要商业区才对。一般来，你可以看讲转运站的所在，就是等于这个所在上精华的所在。那奇怪，这个所在特别来给变更这别墅区，为什么会这样做？是不是在我们的建设处在整个规划的当中，有谁只是这样来做？我的感觉真奇怪，别墅区是在你看，龙华山边是台二根线的上方一二二拜
第二间线要沿这诶顶底下破底下过，破底伊个顶过顶头都拢属于别墅区啊，这个地方不应该是划为别墅区，这头一点我是质疑的啦吼。啊嘛，希望讲诶，恁敢说明清楚，这是当时恁当时规划这个是安尼要给改造做别墅区，都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特别强调的是讲，第二点特别强调的是讲，在整个规划当中呢，我们十六号道路规划的相当的不当。十六号道路吼，都、就是要开辟十六号道路是为什么？就要疏解整个郊区的交通的问题。整个郊区的交通的问题，大家交通要疏解，大家交通，可能但是咱这条路开嘞，开道路，开十二米的道路呢，结果呢，开一个弯弯安尼，啊，佫无法度直接打到后壁去，吼、哦，没有直接，包括会影响到隔壁的早有的社区的巷道都被阻碍，哦，啊那造成啥？啊，造成等于讲，你一个新的社区规划无适当，包括旧的让各人影响落，这样不好。所以我在这里呀，哦，在专案报告的当中也提出来说，这个应该要加以检讨，重新修订。我嘛听讲，恁最近高管店嘛，你讲这代志，谁人要为安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哈。你地听一旦破去的所在，无住的所在，你无去破，啊，这个破在这边来，啊，这边来，这边再来创绿地，啊，路牌交通把二十八项、把二十八项、四十项、五十二项都阻碍到，然后你老一个讲学德牌路要红字，村内人不爱红过，再另外开一个弯弯那个路入去，这是相当无对，所以我希望讲这里呢吼，应该好好去检讨了。我恁来检讨了吼，啊嘛是讲是安尼要为安尼，到底是这个公司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吼、哦，还是恁家己内部人的问题，吼、哦，这我希望讲用书面告诉我啦，用书面告诉我，不用答复了哈，过、哦、来。你再要请教你，郊区铁路以东，吼、哦，咱打开铁路以东，咱城乡规划，在整个城乡规划当中，有没有把郊区未来的郊区新的都会的发展规划在这个里面嘛？吼、哦，这嘛用我以前讲，安尼讲，未来打开发展，唔是干那放山卡已经饱和啊，吼、哦，铁路以西已经饱和了，吼、哦，无什么所在通去创啊，除了就是咱的工业区，即嘛要变做。湿地重化，一点呀，村里头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发展。未来还是要朝着铁路以东，哦啊，高速公路以东这一方面来发展，哦，这个所在呢，我相信未来大家发展，咱拢知啊，高速公路通车以后，外来的人口越来会越多，越来越多，啊，真侪人来遮起厝买厝，但是一个大都会形成，一定要提早来做规划。我唔知咱是唔是这个规划啦，吼、哦，这个啊，东区就是铁路以东，这个第七块有没有这个规划？哦，这里嘛用书面给我答复就好了，吼、哦。啊，过来就是第三，咱宜兰的塞车，高速公路的塞车，你来看，你拢真了解，吼、哦，雪水拢塞个明嘛嘛。喂，啊，你讲要走边海，人讲嫌伤远，走滨海嘛嫌伤远，对不？啊，就是啥？即嘛目前呢，咱拢大拢伫讲，基武公路从基隆到胡龙呢，已经开辟完成的25米道路，拢足顺畅诶，可以节省时间。啊，最主要的还是什么？从孔寮哈、哦，就是讲，咱基隆公路从孔寮到我们大溪的韩基寮呢，哦，这时程缩短很多，哦，也节省很多的时间，这是上紧的哈、哦。早期的政府啦，拢搪塞，不爱让这个公路来开辟，吼、哦，拢无要甲咱做，用啥？用讲咱有什么有拦水坝啦，有讲有什么遮后摆是水源区啦，阻碍我们这一条路的开辟啦，吼、哦。啊，即马了，他遮发生这个问题了，因即马嘛了开始动，伊讲啊，有影无开煞袂煞，所以一定爱开。但是真呢，我希望讲县政府要积极来做，要一定要有作为，赶紧。把咱打开，咱整个宜兰县的交通网呢，会当尽快速的吼，啊，会当它到包括去个台北、去个基隆，拢会当很顺畅，多一条路出来走，啊，无讲真经，变后摆变宜兰，除了靠雪水这条路，啊，出来拢塌掉了，后摆宜兰都煞无人要来，这样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要用积极来做了吼、哦。好，啊，这个嘛是赶快，你有什么新的？啊，会当赶紧来促成他的，也用书面报，向韩务本席啦哈、
啊，请主席列入会议记录了哈。好，列入会议记录。接下来请问陈处长啊，处长啊，有关你郊区的水资源中心了哈，水资源中心在1995年你就规划了啊，95年的时候，你讲95年的时候是内政部规划的啊，所以内政部哈高高在上，不重视地方了哈，结果现在你规划出来的假场地哈，高丽部目前假场地两次公听会以后呢，被人家哈都反对。都反对，然后你再转到移场地，但是移场地反应第三次的公听会当中反应的声音也是很强烈哦。第一，那个所在是义化区，我相信义化区要设立遐，我们所有的工程费应该会增加很多，这是第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未来整个郊区的发展在东边，可能这个以后在以前县长曾经有几个县长都讲到说，未来整个郊区扩大都还是要在东边啊，这个所在来种地啊，因为我是感觉讲应该好好去考虑，这是头一个啦。第一，义化区；第二，未来的郊区发展是在东边，东边已经这块土地，如果你再弄一个水资源中心在那边，可能包括你以后的面积够大还是，咱这个项目可能讲。去了了，几年就收我改啊！哦，还是讲前两年就收我改，无可能哦。啊，包括讲啥，你后摆头城、大洋哦，大洋湿地重划哦，因为大洋的都市计划区内底，你后摆你嘛是爱接你家来，所以呢，您讲，所以当时你迄个现场讲，希望讲当转去啥哦，转去搁较累哦，像再往东下面一点，甲超级五连你搞下去哦。那样应该在你讲的接讲的街较远，我的看法是袂啦，一个较远，一个缩短，包括桃儿城的拉进来一并，那是最好了。好，恁考虑看看啦。我是感觉讲，安尼呢，再当彻底一地，哦，遐个居民、遐个农民，啊，遐附近的人也感觉，互因会当较更加安心。所以最主要来讲，你水排气绝对清气无问题，但是呢，因的感觉是啥？感觉是讲，你也排更加下落，应该是影响会更加少。哦，直接离海口骨啊近去，你也是外人当面对，甲海边咧都准嘛无话题啊。其实伫这个渔场地到那25里嘛是差无话题啦，加无话题。但一方面咧，较长，但起过来较长是吧？但是你也包括咱宜城顶，这个大洋湿地重划啊，是都市计划区内底安尼落来啊。后摆我看是差无话题啦，整个更加好。谈来整理，应该是你好好去思考，因为提供这个土地呢是上重要，就是一定爱，让咱真完整，让咱这个物件设落是固固当当，哦，啊固固当当的物件，袂使讲啊规划了无好，失败安就唔好了吼。这个请处长啊，你应该用心一点去再去了解看，找一个第三个场地，哦，更加适当的啊，会当让大家拢会当啊，感觉讲啊，这所在好啊，会反对声音降到最低。安尼是上好，哦，安尼这拜托处长了哈。过来，大家市政都市计划3号道路，哦，已经毕竟将近完工的阶段嘛哈，该达过了，我们要完工嘛哈。但是在这个工程当中，我认为，很多地方都不大恰当了，不知道我们验收了没有，我不晓得了哈。希望加强验收，不要这个品质不好哈，啊，怕败咱宜兰关咱的工程品质，安尼是无好。先一人看过，哇！啊，这条路奈咧，哎，做甲二二六六啊路淡啊，甲拍个密密麻麻，啊，到底是安尼都要准拄啊啥？大家都很怀疑。所以说我讲这个呢，应该要加强来抽验它的品质，哦，要符合我们县政府的品质要求的规定，安尼再当和验收通过的啊，哦。这个请拜托一下。过来就是讲，加强整治我们的区域排水，那如76条区域排水变质呢？在这个在整好几个会议都在讲区域排水有关于我们会淹水，都是区域排水造成的困难，排水的困难、阻碍的困难，所以呢，区域排水应该加强了。那如边境，我们怎样讲？那76条的区域排水当中呢，已经有整理几条，要过偌济还没整理，要多少经费？请你这个在用四面海务编辑，我希望讲安尼呢。彻底来解决我们区域排水的问题。哦，啊，你过来，你区域排水从南往，哦，我的根本嘛真奇怪了哈。县府编了一笔经费给各乡镇的有关区域排水经费，叫他们要去清理。啊，咱台湾给设置了来跟水利会来打，大家关系搞得不好，来从固定式的网来那里来拦截，这样好吗？我无需要安尼啦，应该咱县县政府既然有边境户，该清，咱不要去袒护厂商啊，袒护厂商，厂商咱都不，咱
我订了公诉，公诉就是要请伊签，伊就写给咱签。但是顶头的上游的农田排水蛮好，因有造成污染，我嘛希望讲，咱改讲，改讲，叫伊来做签，啊，伊若无签，我们请环保局去开罚。所以我前顶座，在这会期内底搞环保局，我们要求讲好，来，你开罚县政府。县管河川的区排水吼，啊个包括水流的农田排水，你的处罚情况怎么样？你有没有有效去制止？这是真重要，所以我才跟你讲。所以讲，我希望讲，这吼，莫安尼用固定式的。后摆恁真正讲淹水，讲拄到淹水的时，我们县政府有办法承担吗？没有办法承担，那就很糟糕了。我跟你讲，所以讲这吼，像你应该爱落啦吼。啊，即摆是讲，各一个要求，就是讲，咱今年的区排水。区域排水的经费总共编多少？清洁费，好、哦、花给各乡镇多少钱？请这个也是在县政总书记的函务本席哈、哦，请主席列入会议记录。好，列入会议记录。啊，接下来，好，继续我们请陈杰林议员。好，感谢主席哈、哦，两位处长、各位科长、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处长哈、哦，天固尔桥啊，什么时候会完工？跟议员报告哈，原定是今年底要完工了哈。那不过因为它现在城乡刚好在二十几公尺以下的那个水面下碰到很多的巨石了哈。那我们大概上个礼拜已经决定说要用爆破了。那它整个程序也去矿务局申请了。那大概爆破的时间大概。要一个半月，哦，那现在都要做整个炸药的一个钻探的一个孔的一个进行，那预估这个因素可能会耽误半年左右了，那我们是预计大概明年的六月之前会完工以上。那但是你有办法排除今年的灾害吗？万一又有新的灾害，那个工期会？延期啊，有这个可能的，所以你们那个进度要掌握。那你们现在是每一个桥墩都要爆破是吧？对，两个桥墩都碰到一样的情况。哎、哦，所以遇到这个问题，希望你们赶快排除啊！哦，这个时间不要再延了。那个，我刚有跟你请教，处长请坐，因为你一直强调说这个五十一线是属于乡道哈、哦，那但是我们那个标示都有一个一致嘛。但是呢，在地方的想法，他认为只要有宜就宜兰县的道路，所以你看看怎么重新定位啊，是不是要改成乡？要不然乡公所有时候他会认为说那是属于县道，哦，他认为说那个宜五十一线有一个宜就宜兰县的这个县道，所以你们再好好沟通一下，要不然在养护啊，在这个维护上面哈、哦，可能会有一些不能够厘清的地方啊。那整个这个。县道也好，乡道也好，哈、哦，那个路面入容啊，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这个程度啊，哈、哦。那另外，这个水泛自主蝗灾社区，哈、哦，我知道梅洲社区是连续两年都得奖嘛，哈、哦。那宜兰县有24个社区参与啊，啊，为什么独缺原民乡呢？原民乡是不是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参与？处长要不要说看看？水患自主防灾社区其实它是优先选在比较易致灾的一个区块。那当然在这个是属于水利署的系统，那原乡的部分应该是属于水保局的系统，那其实它应该也有一个类似它应该有一个类似的那个类似社区自主防灾的一个组织的。那个原乡是偏重于土石流是吧？对对对对。那我们就没有水灾，只有土石流的意思。假设原乡有水灾的部分，但我们会辅导原乡来成立这个自主防灾。好，那另外哈、哦，上个月国民运动中心不是动土吗？那个是你们办的是吧？动土的部分。动土不是我们办的，不过工程是我们代办的。对，工程是你们代办的。对，那整个典礼不是你们负责的？典礼是教育处。哦，因为我几个同仁有一点牢骚，有点抱怨呐、啊。邀请议会同仁去啊，那我们的成员就去了好几位。那破土的那个过程当中，这个我还会跟教育处来问一下哈、啊。但是你们应该也有协助嘛？那我们议员好像没有被很重视啊，哦，
铲子都不拿给人家去动土啊，啊去了好像有点被忽视啊，被冷落啊。那里长有拿到铲子啊，我们议员就没有拿到，哦，所以那个孙汤议员就回来埋怨我们。那这个部分以后细节的部分要稍微留意一下，你们可以提醒一下教育处，他们对工程比较不熟悉嘛，好不好？那个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一个调查叫做住宅状况调查，这个你们跟建设处有一起在处理嘛，哈。那个住宅状况的调查是调查哪个部分啊？这个工作是中央交代下来的是吧？我们这边在执行的是住宅政策的规划了啊。那住宅政策住宅调查是不是建设处这边在处理？哎，那个你们今年这个公共工程金质奖不是得了三项，对不对？那全部都是在非原住民地区嘛。那因为我是原住民出身的，所以我很重视原住民各项的公共工程。到目前为止，你们参加这个比赛竞赛，没有任何一件是原住民的这个公共工程可以拿到电啊。那你们将来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啊？把原住民的工程，哦，能够带去这个参与比赛，我多不？我想田姑尔跟韩华大桥都是一个很具规模的工程了，哈，哦。那田姑尔我们本来就设定要去争取金质奖了，是你们现在工程一直延宕啊。那当然是延宕因素我们会去排除，不过我们还是朝这个目标前进了。那韩华大桥看起来它进度会比较顺利了，我想它也是可以去争取了。以上，嘿。好，那你们这两座桥都要去争取，一个是另外一个是农工科嘛，哈，农业处办理的，对。好，那个这两座桥你们都要拿去评比啊，哈。上次我这个帮协助那个南山村啊，哈，哦，那个自来水的那个严管工程啊，那资料送到八区，啊，八区跟我说已经回到处里面来，啊，现在这个进度是怎么样？我是不是请科长回答？好，来科长。好，科长请答务。啊，感谢陈议员对于自来水这部分的关心哈。那大概那部分那个自来水公司，他有把资料送给我们这边之后，我们后续就是把款项的部分做一个处理。那如果款项进去之后，自来水公司那边他就可以做后续的一个工程。工程是他们私做嘛？是啊，但是整个但是这一个那个行政那个流程，你们这边要加速啊。是，对。那什么时候可以？你们这边评估好了没有？这个费用部分我们这边是 OK 的，啊，都处理，都已经那个核算完毕了，是吧？是是。那准备要回到对，就要到自来水公司那边去，然后他们就可以发包了嘛？是。啊，你们动作要快一点，他们在等你们的资料。OK。好，哦，那另外那个下水道科啊，你那个住宅补贴啊，好，哦，不管是租屋补助啦，或者是这个自购啦、修缮啦。我们宜兰县为什么每一次名额配那么少？是因为我们人口少了，或者说我们申请件数不够多，是不是？因为每一年啊，尤其是我们原住民同胞哈，哦，他们申请这个租屋补助的量蛮多的，哦，那几乎有一半啊都没有被核定补助，啊，那个状况有没有办法针对原住民的部分啊，我们宜兰县，哦，有没有可能说只要是原住民申请啊，我想来申请租屋补助的那个？他们的这个社经地位都不高，所得也不高，也没有办法说原住民申请住屋补助就一律就给他补助，没有办法。当然有基本的这个条件是要有了，有没有办法争取，科长？因为我每年都会带人到你们办公室去申请那个这方面的补助嘛。科长，你答复这个问题好不好？好，请答复。感谢议员的关心哦，关于那个住宅补贴哦，因为它有它的一定的评分标准啊，然后针对这个原住民部分哦，目前是没有说特别加分或怎么样，那我们会再跟中央反映。以上报告。啊，我前年就跟你们反映了，你们还是没有反映啊，那时候你还没当科长是吧？所以不知道状况。好，因为那个我们很多族人啊去申请之后都回来跟我抱怨说没有核定补助啊，好，他认为其他核定补助的条件也没有比他差他的这个环境会比人家差，结果他没有被补助，那个部分你们再好好去帮忙协助一下，好，哦，今年啊不是七月份开始受理，
对不对？到八月嘛。好啊，你们那个宣传的部分也要加强啊。好、哦，那个处长，你看过这个？你看过这个报告了没有？我同样的问题请教你啊。宜兰县政府市政满意调查报告有没有？好、哦，这个有一项啊，这个县长跟县府团队市政满意度最差的，交通第三名。好、哦，那最不满意的也是交通。哦，交通是这个占27.8%，那个 percent。好、哦，可见的交通啊，是让宜兰县民最诟病的部分啊。你自己能不能大约讲一下说你希望怎么来改善这个交通，让这个不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不要再继续发展下去？处长你说看看。好，处长指导。谢谢议员的指导哈。我想从雪穗通车之后哈，那最近这一阵子交通的部分哈是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哈。尤其是在我们连外的部分哈，那连外的部分现在大概只要到假日哈，几乎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哈，那塞车的情形都非常的严重哈。那这个部分就我们的调查来讲，是这个部分是满意度最低的一个区域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我们县内的这些接驳系统其实不够那么完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启动一些计划哈，希望透过城市发展，就是所谓的线性城市跟这个干线公车等等的一个公车系统的识别的部分哈，来逐步强化这个公车运输的服务了。那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因为它需要大量的一个补贴款的部分哈，那我们也尽量在争取这样子的一个费用。那有关于后续还有一些交通管理上的一个措施等等。处长，那你的意思是说，用交通的这个运输的工具来辅助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也就是说，建设不用做，道路就暂时不用做，那铁路也不用做直线的改善，就是提供那个接驳的那样的服务就可以了，是吧？抱歉，不是可能我的在说法上就是整个连外系统的部分，主要往北跟往南延伸的部分包括北宜直铁、铁路高架，还有刚才提到的基福公路等等哈，我们都是持续在跟中央来争取。那县内的重要的交通建设，还有刚才讲的有关三角观光道路的一个辟建，还有四纵六横的整体的辟建，那这个都有在依照计划来慢慢的这个执行。对，你提的这个都是属于中长期的哈。对，是刚刚你讲那个是马上可以做的，这个我都认同了。那所以那个处长你请坐。我在去年哈那个时候黄处长的时候了哈，那我就有拜托说那个我们的这个生活接驳巴士就我们讲的社区巴士能够到大同来嘛，他有答应我说，我在今年的一月，去年讲的时候他说明年一月，就今年一月，看看可不可以，他塞个台东乡地嘛，他说看能不能从三星这样子接驳过来，这个部分你们规划好了没有？报告议员啊，这个部分之前有黄那个黄黄昌义有跟我提这件事情哈，那在礼拜六礼拜天的部分，我们已经有增加相关的一个班次的时间哈，那平常日的部分当时是没有这样子哈，那后续的部分我们现在跟地区来做协调，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这个部分可以透过增加班次，因为它的路线跟现在的国光客运的路线是重叠的，那未来国光客运的路线我们也希望未来纳到我们的整个公车系统里面，由我们来做管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地区的需求来增加这个部分的班次，现在已经在跟国光客运在协商当中，希望在平日的部分可以来增加班次的一个服务。以上这个再拜托你们了好不好？是那我们上次议员同仁非常关心所谓的那个 e-bike， 那这个预算是编在环保局嘛，但是将来执行是在你们了，我们也讨论很多了，这个有很多的那个议题都可以来讨论哈。那你们在当初这个预算是设定在宜兰市，那后来的决定是说罗东宜兰都要设嘛，对不对？那你们现在这个案子规划的进度到哪里？好，
报告议员哈，我们当初在规划这个 U-Bike 的部分哈，其实是因为由于预算的部分，所以刚开始是以这个二十站的部分哈，其实当时并没有设定在哪一个乡镇市。那因为相关的配合款的部分哈，就是在营运费用跟三十分钟免费的这个费用的分摊上哈，之前有找这个公所来做相关的执行哈。那当时当然口头上可能，那你们现在进行规划了没有？这个已经规划完成，准备要上网发包。规划完成了。是。那现在要招标招商的部分呢，基本上如果没有上网招商的，现在的规划基本上是以罗东跟宜兰哈来同时来进行。那因为预算的关系，所以我们是用分年度来。你们有没有评估过哈？这个使用率到底高不高啊？跟议员报告哈，谢谢议员给我这个机会。这个、未来这个那个节能的那个效果的效益到底有多大？我不认为宜兰很适合使用这样的那个 e-bike。是，那谢谢议员给我这个机会说明哈。那 u-bike 的部分，现在其实在不管新北、台北、桃园、新竹，甚至于彰化其他部分哈，大概都在做整体的一个施设哈。那以其他县市政府的经验比较小的这个地区哈，包括园林包括那个彰化的园林等等哈，它平均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周转率啊，他们叫做周转率啊，大概有5次到6次哈。那五次到六次表示一台车是有5个人到6个人去骑这个时间。你们的站大部分都设在学校嘛？学校跟车站嘛？转运站、学校、车站、公家机关，还有一些生活必需的区域。那你都是设定学生在使用喽？学生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族群。学生是大众嘛，对不对？对，也是一个很大的族群。这个可能哈，你们要好好评估这个 U-Bike 我看，如果因为你们未来要花不少钱，最后都要花到1亿多嘞。未来将来这个管理维护的问题也很多，好不好？这个部分你们好好去考量了哈。是。那最后我要请教你啊，那个建设处的那个网站啊，我很在意啊哈。我跟你讲一下哈，102年你们只最新消息只 po 了3件。103年只有5件，104年只有4件，所以你们根本没有把你们的这个工作的最新消息能够让很多的这个网友都知道嘛。这个管理那个谁在负责规划这个部分要加强，好不好？是，谢谢。也不客气。你，无伊都要卖咧，你呾，哎，节能的时间你呾，也未煞啦，系啦，卖紧张啦。哎，大家主席哈，林副议长。两位处长各位科长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哈。时间的关系我先请教干务处陈处长哈。所定的废水下水道的工程哈，他讲是甲大目前为止还未做一个定案嘛。上主要原因是伊的废水处理厂还未定案对吧哈？咱嘛找真侪所在，包括西雅宫下骹包括青龙潭，甚至尾仔佫讲到讲乌鸦角迄块，嘛拢有出现着其他的困难哈。本身直接正式给你建议哈，这段期间我嘛拢伫民间有甲真侪在乡亲有做这讨论哈。如果讲内塞新城溪出水口，咱港口大排出水口的六连单位迄个位置，面积有够宽，无啥住户，接受征收的意愿度拢真高，因为拄着风台大水的时阵，遐都用淹水，所以迄个部分，那现主席我听起来是袂歹一个设置的位置。是不是有可能恁赶紧尽速评估啦？吼！我希望讲废水处理的位置会当伫今年内底来定案。好，请主席列入记录哈。所定污水下水道废水处理厂的位置，伫今年正式定案，赶紧来拟定计划来进行相关的工程的这经费编列，有问题无，处长？谢谢邱议员的建议了哈。那这个其实在欧阿港我们讨论过以后，我们也是朝新城西的那一个区位来寻找了哈。那当然假设那个区位我们评估是可行的话，我们当然会再去跟地方做一个说明。那当然今年底假设顺利的话，我们希望他也能定案了。以上。好，希望咱朝向今年来完成那个设置地点的这个定案了哈。好，拄啊，节能议员有咧讲到讲所谓的劳工住宅这个部分啦，哈，请教科长哈，今年度是不是7月份才开始登记？过来额度多少？预计可以让几个这个当事人可以
提出申请。来，请科长。好，请答复。跟委员报告哈，今年度的额度还没定案哈，不过按照去年哈，就是那个104年的是大概900位左右。900位，总经费多少？总经费大概1000多万。那中钢什么时候会把核定的款项给我们？没有，那个是他那个是我们申请完了核定之后，他就会拨了。这样的，是事后才拨就对了。对，他是一季一季拨。好，那我了解。好，请坐哈。好，谢谢。然后再来请教建设处林处长哈，沙盖这边通车啊，立委嘛针对可能带来车潮的部分啦，希望讲会当有一个所谓的替代联络道路等等。好，啊，这相关的案件，咱捌正式向交通部提出要求来拨这个申请无？处长，请简单答复。好，好。那个有关苏花改的部分呢，其实有分短中长期啊。短期包括基山桥改建，还有那个海山西路的拓宽，其实都已经开始在执行哈。那相关的指标标志，还有苏港路的改善，其实都有。那中期的部分，包括高速公路的盲段直接衔接到台九线，这个部分也在评估哈。还有这个休息站的部分的启用。那还有一个，我们配合这个部分在苏南驿站，希望有一些这个交通跟停车位的一个处理等等，这个都有在进行。现在是你讲连接苏花改，对，那再增设一个高架，不要直接让车流量进入苏花市区，进入苏港路。连接苏花改直接的部分，这个在相关的计划里面是列为比较长期的计划，因为这个部分会牵涉到苏花改之前的。你在跟我说有没有正式提案？有正式提案。有正式提案，那交通部有没有进度给我们？这个部分他们还没有正式的答应说要做这个部分的一个评估。那可是我们每次的会议都有提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好，这保密拜托咱管路这边哈，要积极来推动这个案子哈。这对整个首长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哈。啊，搁一点哈，苏南驿站的规划的工期哈，目前第一期预计什么时候正式动工？跟议员报告，因为苏南驿站是一个整合型的规划了，它可能有很多的工程啊。那我可能报告的部分是有关于转运站的部分哈。转运站对。那转运站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台铁局协调那个土地，基本上土地没有问题的话，今年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动了。预计几月？现在设计已经差不多，应该是6月到7月。如果这个土地的部分没有问题的话，6月7月就可以动工。好 ，OK。然后最后一点哈，有关于南方澳哈，目前的城市发展啊，城乡发展。碰到瓶颈哈，那本席也多次跟县长、跟副县长提出建议的哈。本席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城乡开发基金里面来正式专案来提案来研究，例如设置一个南方澳大型的商场，也能解决市场、交通、停车哦等等这些问题，甚至他结合两间的妈祖庙来分做投资等等，来设置经济大楼等等哈。我相信这个部分，加咱这边来。做点努力哈，请主席列入记录。好，请列入记录。好，处长请坐哈，现在时间交给吴文茂议员。好，那个处长哈，陈处长哈，就是用13号大牌，刚早上在执行的陈虎山议员说不用说明会啊，本席是反对的啦。那地方拢要求一定要说明会，加强说明，因为也有叫做民间的处噶。整个未来那边做的工程呢，那有非常的重视啊，所以一定要加强说明了哈。那你说明会一定要讲个清楚，不要草率，让民众都知道，能够全力的配合我们这整个整治工程呐。安尼再话倒后，再后了啊！因总是讲没说明会，阮大家是拢一定要讲说明会要讲个功夫的，未使草的啊，讲完就算，这样是不可以的哈。好，这个是以上，请这个我们公务处加强一下哈，谢谢。好，感谢吴文茂议员、邱家俊议员，还有我们的陈俊宇议员、杨顺木议员，还有张秋平议员，他们共同的联合咨询。那继续我们邀请陈孝仁议员。谢谢他时间，他时间先借我而已。好，咱主席好，咱两个迄个处长好，啊，咱各位科长、各位同仁，大家好哈。我想先请教咱公务处咱的陈处长哦，因为现在开始要做迄个进入这个梅雨季节，
啊，一般来讲，拢六七月，还是八月、九月那种红台天。因为我每次都有，好像在这个定期会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都会询问一下说，处长哦，咱到底在这个红台季节，还是进入这个梅雨季节哈，易淹水这个时候，咱到底有准备这个沙包，好、哦，沙包到底准备几个？然后那个抽水机，好、哦。总共准备几台？啊，是要应付哪些地区？宜安县十二个乡镇，你总共准备偌济沙包？总共准备偌济迄个抽水机？啊，是不是你要把沙包好、哦、直接交给乡镇施工所办理？然后，如果这个沙包人家民众要找我的时候，但是我无法度啊，我要甲公所提，公所嘛无，公所拢直接提予代表你怎去做？啊，要找伊，我提无。啊，你有准备一寡扩大，反正。咱宜安县咱这三十四个员啊，啊，你甲这请人讲我听过。好，请到。谢谢议员的关心哦。沙包，当然议员讲的应该是小的沙包了哈、哦。那其实我们这边的库存大概有三万多袋了哈。那、就是指那个沙包袋了哈、哦。那议员假如有需要的话，我们都可以随时提供了，这个应该都可以满足。那公所部分他自己有公所的部分的哈。哦，那抽水机的部分，我们大概有大的抽水机，大概有三十九台。那我们都有把比较容易淹水的，你是放在我们县府这边，还是我们会有些是拨给公所他管理，有些是放在县府这边会机动去调度了，好、哦，会机动调度。好，那我请问一下处长，卡叔，那有迄个民众反映，啊，请阮去协助想，阮是比如讲已经风台天马十日风台，但是今日雨一直落，落到开始淹水。甚至于说已经淹水了，他们需要说抽水机，到底我们是去跟乡公所借、市公所借，还是说直接靠处长令？你有讲一个专门机制，一个那个负责人了不？基本上民众只要有需要抽水机的话，民众的住家应该都是小的抽水机的哈，县政府管的都是大型的抽水机的哈。是不是？既然以安内讲饮水机保温桶、嗯，应该是说他们。因到后边迄个巷啊，迄边遐好几排安尼，一个拢出侪间安尼。就是讲因后边这。我跟议员报告我们抽水机的形态哈，所以抽水机的形态有大中小了哈。议员关心应该是南起窟诶淹水的部分，大概都要用小型的抽水机。小型的抽水机消防局有，公所有哦。那县政府这边并没有那种小型的抽水机，我们都是大型抽区域性的抽水机。那假设说也是差不多是区域性，也哦，北这个小库就我跟议员报告，我们的管有三十公分，哦，基本上住家要是淹三十公分以上的，我们管才有办法去抽了哈、哦。那抽了以后也要有排水路去排，所以基本上住家的都是比较小型的抽水机，它直接排到下水道或侧沟，所以这个是小型的，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小型的抽水机。我们都是很大型的，我们是抽区域排水的。那这个消防局有，公所也有。那基本上，假设我们住家需要的话，基本上可以跟消防局或公所来反映，公所他们都可以做机动的一个调度。哎，如果公所讲因也无抽水机，抽水机，啊，你就找管政府啊，找处长给你调拨。我们意思就是安尼啦。议员打来水利科，我们都会去机动去调度了哈。对啊，哎，我们都会机动调度。那个，那我现在跟你说，譬如讲，咱管政府这些沙包，哈、哦，你讲有沙包话的，我跟你讲啊，在各乡镇市公所哈、哦，我唔知百乡公所，我起公所先咧。每次那个台风起啊，预报说明天会台风，今日个已经落大雨。啊！你公所已经发布过，讲吼让民众去索取，有时候都会供不应求了。啊，现在我的意思是讲，是不是你咧捞石沙包，互阮这议员讲，若要甲迄个李科长讲的时阵吼，是不是捞一寡扣打，阮头去甲直接讲，请迄个民众，甲阮反映民众讲啊，你去甲迄个李科长提，吼、哦、去迄个县政府这边申请。公所已经无啊，好、哦，我见你换你的卡来求助阮的时候，阮头去甲迄、那个甲恁提，啊，因怎啊提有？无到时因。因就是安怎，因咧身体先硬嘛，吼、哦、啊！到时讲公所用沙包无够，因要先做一个防范措施嘛，惊淹水，爱用沙包搭起安尼。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找李科长拿。他如果打给我们，当然我们会以他去向市公所申请，吼、哦，去向市公所拿为优先的、啊，这是一定的嘛。但是提无的时候，伊个人反应时阵，所以我嘛是爱甲咱
反正共解，是不是在老一挂好玩的预备？你懂我的意思吗？啊，那个议员上次有提了哈，基本上这个民众有需求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反映了。假设公所那边已经没有的话，那我们当然这边都可以去供应哦。那我们也都会交代公所说，他必须要有储备嘛哈。他只要储备不足，他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调度了，这个都没问题。知道了，我的意思你讲明白、就是。那议员假设要直接跟我们调度，我们当然都可以提供。他们直接都把这个扣打交给里长，交给代表去拿了。好啊，为代表为里长。做一个顺水人情，直接替因某某去迄个民众去提，根本我要讲的机会，要提的机会都无啦。我安尼讲的意思有够。那个议员只要有需求，都可以跟我们反映了。对，那就好了、啊，没问题啊。简单这样子说就 OK 了。没问题啊。然后，安尼麻烦你做几份资料，你预算啦吼，你家己预备，就是讲，假使闹这情形发生，阮宜安县三十四个议员，阮一个他平均扩大他偌济，安尼还无你他做一个报告完。提下资料啊，然后把宜安县目前你说有3万多个嘛，然后抽水机有几台，好、哦，然后目前宜安县12乡镇他们使用情形，你把这三年来对，好、哦，102年到100-04年好了，102、03、04这三年的资料，麻烦你做一下好不好？看有人给咱家申请好不好？啊，你用这份资料啊。啊，我想这个防汛备品的资料都可以提供给议员了，让议员了解说，每个乡镇大概多少，我们有多少，对对这个就可以了。好，再麻烦您。好，你承诺讲，我告诉李科长，麦克风吹我，真的是很麻烦的。有时候我说真的，台风天的时候，上次我打手机也找不到的。我们都会在办公室了。好，那 OK， 好，谢谢。另外那个许科长、处长，您请坐下。许科长，我请教一下，咱这宜安县的。那个下水道，这个污水下水道，这个普及率已经多少啊？做好完成多少啊？请你答一下。好，感谢议员关心哦。目前全县的大概25%左右，25%。那25%呀？嘿，专管的25%。是经费的问题，还是说有些比较难处理，一号两号冻掉？那个宜兰甲都东东达到55%左右啊啦，啊，规个宜兰县是25%呢，是。Okay.哦，那平均起来这样。是是。OK， 安尼我了解。好，谢谢，没事。好，谢谢。那，那个林处长，佮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因为我本来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迄个交通的问题啦。啊，但是啊，前人嘛讲过啊，所以我想简单甲你请教一下。这个你刚刚说的交通问题，真的是最大的宜安县最大的这个一个败笔啊，好，上大败笔。但是问题是讲，我只讲白讲北直铁，还是讲苏花改呀？我刚要求讲吼，咱到底宜安县的铁路高架化，恁讲去争取规划，这时间我为第一年六年前第一年就来议会的时阵就甲恁问过啊，因讲要争取要规划，搁搭六年啊，好，真正话迄个民进党执政，是恁他有法度发挥啊无？你预备什么时候可以争取到？请你讲者。好，谢谢林议员啊。有关于那个铁路高架的争取的部分啊，刚才有提到，我们104年的12月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整个规划方案送到中央去做审查。那因为啊，可能议员也非常清楚，这个铁路高架部分各县市政府都在做审查，我们会极力来争取。那所需的经费大概是500亿啊。哈，那基本上是分为哦，刚开始在工程规划上是分为四段。那当然我们的争取是希望啊一次就可以来做整体的规划。那至于核定的时间的部分，我想我们是希望跟中央来极力的争取。那核定的时间还是要中央来做一个整体的的评估跟那个整体的事情这样子。林处长，我是那个对于你哈、哦、寄予厚望啊，还有您所有的团队，您在建设组织所有的团队哈，大家嘛其实蛮非常认真啦。啊，这个交通哈、哦，这个建设哈、哦，真的是宜安县哈、哦、要发展观光的最重要的一个那个关节啊。啊，所以我是希望你吼、哦，要一个期限里面最好是，譬如讲万章的工，譬如说县长任期要2年多嘛，好、哦，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嘛希望你做些工程，在这两年外，这个北宜高铁吼、哦，不是北迄个铁路高架要争取掉，哦，别个都讲嘛，啊，然后是不是请你在县长总咨询之前吼、哦？把这个有关铁路高架化，你再争取啦。然后我们已经送件什么时间、什么时候，一个详细的一个资料，那个提供给我，在县长董事请之前，好不好？好，列入记录。好，等一下，谢谢陈校长议员哦。
主席还有两位处长还有同仁，各位议员同仁大家好啊。我先请教这个接受处长哈，第一个就是南澳都市计划跟南墙都市计划已经隔了那么久，差不多有二十几年了，在我印象中，我看到你们的报告里面，第四项的变更南澳都市计划，后来在第五项、第六项又拟定南澳都市计划，你一直在拟定、在变更，那我相信那边的村民他都没有办法盖房子，都在限建，是不是能尽快的处理？处长你说明一下。谢谢议员指导哈。有关于南澳南墙的都市计划，现在在进行第三次的通盘检讨哈。那这个部分基本上有几个议题啦，包括苏挖改的部分，还有一些刚才之前有跟议做报告，就是有关于那个泰雅文化商圈等等的一个问题哈。那还有这个平交道的这个铁路的部分，所以中间做了几次的专案变更，包括平交道的这个有一个工程直接衔接苏花改的部分，那个都有在进行。那整体的三通的部分，现在在县都委会大概做审议。那这个部分如果审议完成之后，就会送到内政部。那有变更的部分才有影响，没有变更的部分，基本上在建筑是不会有影响。以上做说明。好，请坐。讲到变更哈，刚才叶贤议员还有杰林议员也有提到，这个高架铁路高架，我看到报纸只有头城到苏澳，为什么南澳没有列入啊？为什么没有南澳没有列入？南澳也是宜兰县的这个行政区啊，不只是南澳地区啊，不只是我们原住民，包括苏澳镇、南墙。朝阳的汉人同胞啊，那个是那个我们互作的选区啊，他们的极力的争取，但是都没有下文。我希望虽然你已经送上去，希望把南澳铁路高架也列进去。南澳高架我们要未雨绸缪，虽然他已经盖了那个什么那个通道。希望把这个高架也希望能够列进去，所以你刚才讲那个都市的通盘计划，是不是也要把这个把铁路高架也列进去？请你说明一下。是，谢谢议员指导哈。有关于南澳地区的部分，其实主要就是台九线跟铁路的交叉的这个部分的平交道是最为严重哈。那整个在连续假期的时候，尤其是过年期间，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堵塞了哈。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现在的方案经过副县长跟公路总局等等，还有苏花改工程处的讨论，其实是以这个立体交叉的部分，可是是以这个道路立体交叉，并不是以这个铁路立体交叉啦。那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应该可以解决这个平交道之间的一个问题。处长，你不要说得太满了。请坐，请坐。我刚才跟你讲，要未雨绸缪啊。为什么以前政府都没有把这个南澳的平交道列入把交通方便的地方？他们就是他的脑筋有秀逗，知道吗？虽然你立体交叉，以后的道路南澳、东澳都还没有做，到时候塞。还是塞在那一段，我的意思说，要未雨绸缪，铁路高架你也把它列进去。那一次公听会，除了南澳地区的选民以外，还有朝阳、南墙里的汉人同胞也极力的争取，但是好像上面都听不懂。我现在讲就是未雨绸缪，你要把它列进去，到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还要重新把那个都市计划重新再弄，不晓得已经我们都做估了，都还没弄好。所以我刚才讲要未雨绸缪，是不是把这个铁路高架你也报上去，把南澳地区也把它列进去？出来你说说看。绸缪现在可以不可以？你不要把南澳地区当作偏远地区，都什么都不做嘛。
像这个可能因为牵涉到的部分比较大，我想我们后续是不是因为这个要从先期规划、工程可行性评估等等啊？因为我担心会影响到那个整个原来高架化的启程，那我们是不是后续的部分再来研究这个部分的可行性？反正你们的这个打官腔，我知道会影响太多了。我知道，我刚才讲说要未雨绸缪，你要先做计划啊，先做计划。计划行不行？你先留一个空间嘛，空间让高架能够有做，不要说啊，经费有了，要准备做了，你还要重新计划，那不是已经太慢了吗？那已经好几百年了啊，请坐。处长，我再请问你啊，苏澳改东澳到南澳，结果明天的小英的政府要上台，那个交通他的交通什么部长啊，或陈旦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必要的东西不要做了。结果南澳到东澳，我刚才说过，所有的交通啊，都会影响到财，有道路才有财运嘛。南澳到东澳，东澳到南澳，我跟你讲，塞通车以后，说来通车以后塞的更严重，就在那个地方，包括那个平交道，你说说看。南澳到东澳，你在县长到去开会，是不是把这个南澳到东澳这个这一段呢，也能够把它提出来，能够做个隧道？处长，请说明一下。好，谢谢议员哈。有关于南澳东澳段的这个部分哈，那之前是因为苏花本来原来规划是苏花高速公路哈，那这一段是因为环评的关系哈，所以基本上它现阶段在苏花改还没有通车之前，它这个部分没有纳进去哈。那后续的部分，本来交通部已经有同意要纳入评估来做后续如果通车之后的这个整体的工程的规划。那这个部分县政府也支持这样子的部分哈。那我们会跟中央来继续来沟通这个部分哈，因为这个部分就诚如议员所提到的，会影响到很多的交通的一个拥塞的问题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跟中央一起来努力。刚才你谈到苏澳高，请坐。其实，在苏澳高本来要盖起来，在陈水扁时代就把它挡下来。这一次苏澳到南澳的苏澳改，柯陈旦还没上台，他也要把它挡下来。所以，民进党的执政呢，他没有考虑到很远，他只考虑短视啊。我希望把该做的应该就要做，不要说为了自己这个政府的福利，他什么都不做了。本来苏花高在陈水扁的时代就可以已经完工了，大家都跑得很高兴。其实环评的问题不是问题了，其实要做苏花高的时候，他们那个工程专家都已经把环评都算进去了，那个都是理由，是环评的问题。要不要是你行政政府单位要不要做而已，不是环评的问题。我希望这个处长能够把这个意见呢、啊、提上去啊，请啊。再来我就请教这个公务处啊，BO 治水工程呢、啊、大概都是农业处在主导，那个公务处也没有参与。议员关心那个壁后排水的问题嘛，规划是我们这边规划的，然后因为对口是水保局嘛，所以我们就把规划的东西麻烦那个农业处呈报到水保局去。嗯，什么时候可以动工？基本上他现在目前对方案有意见了哈，因为我们现在呈报的方案是跟壁后村民居民取得共识的一个方案，不过水保局认为说土石流它是走直线的哈、哦、它不希望是走拐个弯啦哈、哦、那这个我们还要跟水保局来做沟通。台风期间不是只有影响壁后，影响到南澳地区，那个水都会流下来。我们会直接跟水保局沟通。再来一个问题，就是县道跟乡道都是你们在管理嘛，我希望有五关闭。好，谢谢陈孝仁议员的质询。那刚才哈，处长啊，南湾澳的部分哈，
然后二的部分呢、啊，废水处理厂的这个场地的问题哈、哦，啊，刚才邱家进有谈到的哈、哦，我们希望啊，今年能够很快的把它定案哈、哦，啊，是不是你较适合的新城西口，还是那个，哦，那个啥，到一个，那个。新马大牌一边呀吼，港口大牌一边呀吼，这个部分啊，一定爱记哩吼。啊，另外就是讲苏兰驿站呐、啊，吼、哦，苏兰驿站的部分呐、啊，哦，看到底恁当时要进度到到位啊吼，应该要赶快把它排出来吼、哦。还有那个整个南湾澳吼，很主席啊，应当拄啊你讲那个城乡规划的部分呐、啊。哦、我们应该这个要赶快紧急纳入哈、哦，啊，那无即马拢塞车塞个非常严重哈、哦。哦，这个有关这几项哈、哦，我也希望讲啊，会当真慎重啊，而且能够早一点啊来处理。但是还得苏花改不要直接不要进入市区哈、哦，啊，直接。往苏花的部分哦，这个也要做详细的评估。这袂使讲，因为这落去哦，惊规个所有市区啊啊、虽然他这代志解决，但是市区的发展可能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这一点也希望你们哦，要深入来考虑。好、哦，啊，以上感谢两位处长以及所有的出席人员哦，包括科长啊，感谢所有同仁。下午两点哦。啊，我们两点继续质询。下午第一位由薛成义议员，谢谢大家，啊、散会。